第一章重生到二十年前，京城郊区的一处废弃厂房里，一个相貌出色的中年妇女被绑着，她的脸上有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身上也满是血迹。轰！爆炸声响起，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飞扑到她面前，紧紧的抱住她，为她挡住了漫天的火光。不要！江月从噩梦中醒来，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江月，你怎么了？”她看着眼前的女人，小眼睛，脸有些大，脸颊上还有几块雀斑。江月猛地一惊，伸手推开她。 啊，好疼啊！秦香跌倒在地上，眼泪汪汪的看着江月。江月看着地上的秦香，愣住了。眼前的秦香穿着灰扑扑的长衣长裤，身上还有几个大补丁。他四周看了看，耳边传来隆隆的火车行驶声。车厢里拥挤不堪，每个人都穿着灰色、蓝色等各种衣服。这一切怎么像是七几年的时候？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光滑白皙的手，穿着呢子大衣、黑裤子和小皮鞋，两条麻花辫子上的发绳是粉色的。 他现在要去哪？过去的记忆突然在他脑海中清晰的出现。他已经结婚了，嫁给了爷爷老战友的孙子陆玉。陆玉身高一米八八，寸头，五官英俊硬朗，眼神凌厉，曾经上过战场，身上散发着肃杀的气息。然而，同学秦香却说，听从父母之命是不对的。他和陆玉不般配，他应该嫁给皮肤白皙、戴眼镜、有书生气质的人。那时候的他，因为一些误会，轻信了秦香的话，为了离婚，在家属院里大吵大闹，惹恼了众人之后，她逃回了京城。 陆玉曾经挽留过他，但没能改变他的心意。这次，他听从了秦香的话，带着秦香一起去襄城和陆玉商量离婚的事。他此刻正坐在去襄城的火车上，而眼前的秦香正是和他一起去军营的。然而，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悲剧就开始了。秦香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爱上了陆玉，借着这次去襄城的机会，他联合了一伙人把他迷晕后卖到了小山村里。好一会儿，江月才回过神来，他真的回到了七六年的秋天。江月的手紧紧地握着手掌心。 眼神中充满了杀意。老天有眼，他可以重新开始一切，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报应。看到江月冷漠的眼神，秦香突然感到害怕，想起他的计划，他又鼓起了勇气。他递给江月一瓶水和一个包子：“江月，我刚买的水和包子，你快吃吧。”江月的目光落在秦香手里的包子上，两个包子，一个里面加了东西，两瓶水，其中一瓶水里也加了东西。他只要吃了包子和水，就会被人带下火车。看到江月冷着脸不说话，目光一直盯着包子和水。 秦香心里开始慌乱起来，她把东西放在桌子上。江月正想着如何对付秦香，突然看到桌上的绿色帆布包，她脑中闪过一个计策，她伸手一下子把绿色帆布包掉在地上。秦香立刻低下头，捡起帆布包，双手捧到江月面前，用讨好的目光看着她。江月接过帆布包，拿过桌上的包子，大口的吃了起来。没过多久，江月闭上眼睛睡着了。江月，秦香摇了摇江月的手臂，喊了几声后，发现江月没有醒来。秦香的目光闪烁了一下，脸上露出得逞的笑容。 秦香吃着另外一个包子和水，打了个呵欠，眼睛沉沉的睁不开。他感觉有些不对劲，但还没来得及多想，就昏睡了过去。过了十多分钟，江月睁开眼睛，把手里撕碎的包子全都扔在地上。第二章，他从光里走出来。江月背上绿色的帆布包，朝着餐车的方向走去。他买了一份五毛钱的饭，端着饭吃过后，又在餐车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才返回原来的车厢。刚才的座位上已经没看到秦香的身影了。他们带的行李也有一大半不见了。我的行李不见了。 江月大声的喊了起来，吵闹声把乘警引了过来。江月说：“他的同学和行李都不见了。”乘警听到后，立刻调查了起来。刚才我看到有对夫妻带着他在上一站下车了，东西也是他们提走的。寻找了半小时，也没有找到秦香的下落。乘警给车站打了电话，说了秦香失踪的事，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同学。江月带着哭腔焦急的和乘警们说着：“我们会尽力寻找的，有消息就会通知江同志。”你火车很快就到了襄城，江月背着绿色帆布包，提着两个小布袋下了火车。火车站外。 陆玉和张望正站在出站口。营长，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嫂子他们怎么还没有出来？陆玉听到张望的话，眉头紧皱，脸上也闪过一丝焦急。江月离开江家时，并没有通知他，是岳父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找人查询后，才知道江月坐火车来了襄城。陆玉此刻心里是又高兴又有些紧张。他这次过来，是愿意和他在一起了吗？想到这个，陆玉的嘴角微微扬起。江月走出出站口后，看着外面黑漆漆的一片，他心里有些懊恼。他过来。 家里人和陆玉他们都不知道，现在也没有车，去不了陆玉那里了。他看了看四周，目光却和陆玉的目光对上。陆玉站在路灯下，仿佛是从光里走出来一般。他看着陆玉，脑海里满是爆炸时他扑过来抱住他那一幕。他眼眶瞬间就红了，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滑落。他手里的袋子也落在地上。陆玉心头一紧，大长腿快步朝着江月走去。媳，你怎么了？想起江月不准他叫他媳妇，陆玉立刻改口。嗯、江月伸出手。 抱着陆玉，大声哭了起来。陆玉浑身一僵，整个人有些手足无措了。他居然抱她了！可听到她哭的这般厉害，陆玉心里越发心疼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去收拾他。江月紧紧的抱着陆玉，含着泪水摇头。陆玉心里腾起一股杀意：是谁让他媳妇哭成这样？他绝饶不了那人。张望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傻眼了。江月嫂子之前在家属院里，那可是一个耀武扬威，欺负了不少人，惹得那些嫂子们害怕不已。上面那些领导们也曾多次找营长谈话。 可营长却没有怪罪嫂子。见惯了嫂子嚣张跋扈的模样，突然看到她这般模样，张望忍不住抖了一下。江月哭了一会儿后，才止住哭声，抬头和陆玉的目光对上，看到他深邃的目光，江月的心颤抖了一下，发现自己还抱在他，连忙松开了陆玉。出什么事了？和我说一下。嗯。陆玉温柔地哄着江月。第三章，吃糖。听着他这般温柔的话，江月的脸疼的一下红了。他努力恢复着平静。过了一小会儿后，他抬起头说道：“陆玉，秦香不见了，我的行李也不见了。” 不见了。陆玉顿时明白过来，江月这次是和秦香一起坐火车过来的。想到秦香，陆玉心里闪过厌恶。刚结婚时，媳妇并没有讨厌他，可秦香却一直在媳妇耳边说着不着调的话。后来媳妇才闹腾着要离婚，他不同意。媳妇为了离婚，在家属院里闹腾了好些事情。江月快速的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陆玉。前世他和陆玉离婚后，看到秦香和陆玉亲密的走在一起，秦香还找上他说怀了陆玉的孩子，结果。 这一切都是秦香自导自演，是骗他的。陆玉根本就没有娶秦香，更没有碰过秦香。回营里后，我去打个电话，让人帮着查一下。你别担心。陆玉安慰着江月，江月乖巧的点点头，一低头，却发现他的手正被陆玉握在手里，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嫂子好，张望的声音响了起来，江月吓了一大跳，紧张的想把手抽回来，可陆玉却把他的手握得很紧。陆玉冷冷的看向张望，带着寒意的目光让张望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对不起，嫂子。 他太大声吓着嫂子了，没关系。江月露出浅笑，陆玉看着江月，心里微微有些惊讶。他今天很不对劲，以前看他时目光都是带着刺，带着厌恶和疏离，可今天那些刺却全收了起来。江月收回手，他此时心里还有些乱，手突然空了。陆玉低眸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开口说道：“上车吧。”江月嗯了一声。上车时，陆玉扶了他一把。他在座位上坐下后，却听到了陆玉的声音：“往里坐坐。”江月抬起头，看着车外的陆玉，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 眼神很是炎热，他的脸有些发烫。江月往旁边的座位挪了一下，陆玉立刻坐了进来。他刚一坐下，江月就感觉到座椅他下去了一些。本来很是宽敞的后座，此时却变得有些拥挤了。他双手放在膝盖上，有些紧张的捏成拳头。以前他幻想过回到以前和他相处的模样，可此刻回到当初，他却有些手足无措了。给你带的包子，陆玉从口袋里掏出纸包，把包子递给江月。包子。江月现在看到包子，就想到秦香，想起那些痛苦的事，他脸色大变。 摇头拒绝道：“不吃。”看到江月脸色有些痛苦、惊慌害怕的模样，陆玉心疼不已。吃糖，陆玉从另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看着陆玉手里的一大把大白兔奶糖，江月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这是他最喜欢的糖果。小时候，他伤心难过时，爷爷奶奶都会给他一把大白兔奶糖哄他。他长大后也是如此。他和陆玉结婚后，陆玉偶然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会给他大白兔奶糖。第四章，在大院里的名声极不好。 陆玉有些期待的看着江月，看到他接过大白兔奶糖，他心里很是高兴。江月撕开一颗后放到嘴里，奶香浓郁，甜甜的味道让他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他低着头嚼着奶糖，他有些害怕，他这一切是个梦。过了半小时后，车子到了营区，营长嫂子到了。听到张望的话，江月抬起头来看向旁边，陆玉已经下了车，手里正提着两袋东西，目光温柔的看着他。江月低下头，快速的下了车，辛苦你了。陆玉对着张望说道。 谢谢你，改天请你来家里吃饭。江月也开口对着张望道谢。张望听到江月的话，吃惊的看了江月一眼。嫂子以前不是最讨厌他们去家里吃饭，还说他们太吵，没素质，一身汗臭味、烟臭味。嫂子太客气了。江月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属院，他心跳加速，每走一步都像是他在云端一般。陆玉从看到江月时就察觉到他的情绪有些不对劲，他心里担忧极了。他现在要是询问的话，若是把媳妇给气跑了，这时候院里还有一些人在走动，看到陆玉时。 好些人开口打着招呼。陆营长看到陆玉身边的江月时，这几人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开口喊道：“嫂子好。”江月看着这些人，只是觉得他们面熟，一时间没想起来这几人是谁。他脸上带着浅笑，微笑着说道：“你们好。”这话一出，让这些人都惊呆了。江月在家属院里的名声可是极不好的，性格高傲、嚣张跋扈，动手打人，还揍小孩子。平日里看到他们，也都是抬着下巴，一脸不屑的模样。没想到今天竟然脸上带着微笑回应他们。 这不是中邪了吧？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江月低下头来，他想起以前的那些事情，脸上有些羞愧。原来的他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当时想和陆玉离婚，才会闹腾出这些事情来。陆玉看到江月回应众人，他的心情更愉悦了。媳妇果然有变化了。陆玉打开门，看向江月，江月快步走了进去。你在家休息会，我去打电话。听到陆玉的话，江月嗯了一声。陆玉离开后，江月看向屋子里，屋子是记忆中的模样，打扫的很是干净，东西也摆放的非常整齐。 茶几上还是他买的那块白色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花瓶，花瓶里并没有花。屋子正中间挂着教员的画像，墙边放着一个小柜子，墙上还贴着几句标语。江月朝着卧室走去，大的卧室里，窗户边摆放着一个桌子，上面有镜子和还有几盒雪花膏、一支口红，还有隔离油和其他几样进口的化妆品。江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白皙，浓眉凤眼，眉毛浓密且修长，鼻梁高挺，鼻翼纤细，面容精致，笑起来时甜美不已。 笑容收起时，却又是高冷不已。看着镜子时完好无损的脸，江月哭了。第五章，钱都给你花。陆玉打过电话后，快速的赶回了家里，打开门，在客厅里没有看到人，他有些急切的推开卧室房门，看到江月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他望着床上熟睡的他，感觉怎么都看不够。这些天他打电话回去，他都不接他的电话。前几日打电话时又说起要和他离婚的事，他自然是不同意的。他睡着时的模样，乖巧的像是一只兔子。 江月是听到了起床号醒来的，他睁开眼睛，看着房间里空荡荡的，难不成陆玉昨天晚上没有回来？他快速的起身，打开门，刚走出房间，就和陆玉撞上，江月直接撞在陆玉的怀里，疼不疼？陆玉没想到江月会像一个炮弹一样的跑出来，撞在他身上。看到陆玉关心的眼神，江月心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他伸出双手抱着他的脖子，踮起脚尖，浅浅的亲了他一口。陆玉浑身一震，整个人都像是被雷击了一般，媳妇亲他了。陆玉低下头。 看向江月，却发现他害羞的低下头，想逃开。他伸出大掌，立刻揽住江月的腰，低头亲了过去。他的亲吻很霸道，在他的强势进攻下，江月有些招架不住，他感觉呼吸都有些透不过气了，脑袋有些昏沉。陆玉松开江月，看到他面红耳赤的模样，他心里更激动了。媳妇主动亲他了，说明他不抗拒他了。媳妇，陆玉温柔地喊了一声江月，再次听到陆玉这声媳妇，江月的心狠狠地抽搐了一下。爆炸时，他拼命扑过来护住他那刻。 他也喊了一声“媳妇”，嗯，陆玉怔住了，他没有听错吧？他听到媳妇答应他了。媳妇，陆玉激动的把江月抱了起来，嗯，这一声又比刚才声音大了许多。陆玉紧紧的搂着江月，心里比比武得了第一名还要激动。你松开我，我快呼吸不过来了。江月声音娇娇的传到了陆玉耳中，陆玉连忙松开江月，对不起。陆玉上下打量着江月，看到他紧张的模样，江月扑哧一笑，他前世是有多么的蠢。 才会相信秦香等人的鬼话，放弃了这么好的他。时间不早了，你快去上班吧。我给你买了早餐，你先吃。要是无聊的话，你去镇上走走。这是我这几个月的工资，都给你花。陆玉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和各种票，塞到了江月的手里。江月看着塞在手里的这一大把钱和票，用力的点头。好，听到江月说好，陆玉心里更高兴了，伸出手摸了摸江月的额头，说道：“中午我给你带饭回来。”江月又乖巧的点头。陆玉大步朝着门口走去，回过头。 深深的看了江月一眼，江月冲他挥了挥小手，陆玉嘴角高高扬起，眼里的笑意也更浓了。陆玉走后，江月去了客厅里，看到桌上摆着两根油条，一碗粉。江月吃过早饭后，把桌子收拾了，把陆玉给他的钱和票放在桌上，钱有一百二十多块，粮票、肉票、布票等有十几张。第六张买菜做饭。他记得这时候陆玉的工资是三十多一个月，这是他三四个月的工资。看着空荡荡的家里，江月决定去买一些做饭用的东西。 从今天起，他要做饭给陆玉吃。以前都是吃的食堂，而且他很挑剔，觉得食堂里的东西很难吃。他如今的厨艺虽然比不了大饭店的厨师，但抓住陆玉的胃是绝没有问题的。陆营长，陆玉去营里的时候，一路上遇到了好些战友，众人纷纷打着招呼，陆玉也笑容满面的和他们回应着。陆营长今天这是怎么了？第一次看到陆营长笑的这般开心，难不成有什么喜事？家属院里，张玉看到林玲,玲朝着他挥着手，嫂子，怎么了？你知道。 我昨天看到谁了？张玉压低声音说道。玲玲疑惑地看着张玉，说道：“谁啊？陆营长媳妇来了？”什么？玲玲吃惊地看着张玉，他怎么来了？难不成又是来和陆营长离婚的？张玉摇了摇头，不知道。昨天晚上看到的，又有几个军嫂走了出来。张玉又把另外几人叫了过来。陆营长也不知道倒了什么霉，找了这样一个媳妇，可不是嘛？女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一天到晚的不顾家，还给陆营长抹黑。正当众人议论的时候，江月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到江月，众人脸色有些尴尬。没想到他们说闲话，正主就出来了。几位嫂子好，江月笑盈盈的和他们打着招呼。看到江月和他们打招呼，众嫂子们都惊了。以前江月看到他们，都是仰着头，抬着下巴，一副高高在上，瞧不起他们这些乡下来的。看到江月穿着呢子大衣，穿着小皮鞋，还挎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玲玲先开口了：“江同志，你这是……”江月以前不让这些人叫他嫂子，说要叫他江同志，所以。 这些嫂子们都是称呼江月为江同志。我想去镇上逛一逛，买点做饭用的东西。我打算在家里做饭给陆玉吃。江月是打算买锅碗瓢盆，再买一些好存放的菜，再添置一些其他的东西。刚才只是惊讶，现在众嫂子们是震惊了。江月娇生惯养的，爱打扮，好吃懒做，连衣服都极少洗的。听说衣服都是陆营长洗，他居然说要做饭给陆营长吃。江月看到他们惊讶的模样，也知道自己在他们印象里太差了。他会改变这一切的。嫂子，你们去镇上吗？ 张玉眼珠子转了转，他立刻说道：“我去，我们也去。本来他们是可去可不去的，可今天江月说要买菜做饭给陆营长吃，他们自然是想去看看。江同志，你这次来是来随军的吗？”张玉开口问出了大家想问的问题。“是呀。”众嫂子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有些不相信。上次江月在家属院里大闹一场，说要离婚，怎么短短一两个月过去，突然又说要随军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第七章，等我丈夫来取。走了十多分钟，就到了镇上。江月看向张玉和玲玲。 说道：“嫂子，你们打算买些什么啊？买一斤肉，再买点面粉。”张玉立刻回答道：“我也打算买一斤肉，我打算买排骨。”江月点了点头，跟着他们去了供销社。到了供销社里，江月挑了一个菜板、两把菜刀、十个菜碗、十个饭碗、六个洋瓷缸、十双筷子、两个大脸盆、一个烧水壶、两个炒菜的铁锅、一个煮饭的铝锅、一个蒸锅。他的大手笔让跟来的嫂子们都愣了，这真是花钱如流水，好几十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他们的男人。 一个月也才赚二三十块，这花钱也太凶了。江月付了钱和票后，才发现他忘了一件事情，他没有带东西来装这些东西，这一大堆东西，他怎么提回去？江同志，你怎么了？看到江月变了脸色，张玉故意提高声音问道：“买这么多东西，他倒要看看江月怎么带回去。”我忘了带东西来装。江月听到张玉的声音，知道张玉是故意这样问的。江月的目光看向柜台旁边的麻袋，眼前顿时一亮：“同志，我能不能借用你们一个麻袋？明天我给你们送回来。” 听到江月的话，柜台的售货员笑着点点头。好，江月把东西全都装进了麻袋里。看着这一大麻袋的东西，江月嘴角抽了抽。这些东西可是有好几十斤啊，这要是背着回去，嗯，可能会累傻。江月试着提了一下，重是真重。这么走十几二十分钟，他得累趴下。他应该让陆玉借个自行车过来，把东西给拖回去。同志，我把东西放在这里，下午的时候我让我丈夫来取。江月对着售货员说道：“好的。”张玉本来想看江月的笑话。 却没想到江月居然说让陆营长来取，他立刻说道：“江同志，陆营长他们工作很辛苦的，这一来一回又得不少的时间，咱们女人不能为他们分忧，也别让他们辛苦啊。”听到张玉的话，江月哪里不明白，这是想让自己把这一大堆东西背回去。嫂子说的没错，不过我家老陆愿意辛苦。江月笑眯眯地说道：“我们去买菜吧。”张玉还想说话，江月却没有理他，快步朝着卖菜的地方走去。之前的他也跟着他们来过镇上，但是菜市场里他并没有进去过。 他嫌弃脏乱差臭，说是菜市场，其实就是供销社旁边一块大的空地。当地的村民们把家里种植的一些菜拿出来卖。江月挑了一块肉，买了一条鱼，还买了一些辣椒、青菜，又买了一些调料，随便一买又是很大一包东西。看着这菜市场里的东西，江月觉得好极了。这时候的菜可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新鲜、干净，没有农药残留，这些味道也比二十年后的好太多。江同志，我帮你提一点吧。玲玲开口说道。听到玲玲的话。 江月立刻道谢，谢谢嫂子。江月给了一个袋子给玲玲。第八章，人比人真是气死人。江月本来还想买点水果什么的，但现在这么多东西实在是拿不下了。他打算等陆玉借了自行车来取的时候再买点水果和糖果给玲玲，还有另外几家人送一点，和他们道个歉。想起自己闹腾的那些事情，江月的脸就有些红了。江同志，我也帮你提一些。唐招娣也开口，谢谢嫂子。看着江月甜甜的笑容，这几个嫂子也觉得江月似乎真的是变了。 张玉看了江月和玲玲、唐招娣等人一眼，冷哼了一声。这些人都忘了江月之前是怎么对他们的。回到家属院里后，江月笑着和几位嫂子道谢：“谢谢嫂子们，等我这里收拾好，我请嫂子们吃饭。”听到江月的话，玲玲摆摆手，笑着说道：“不必客气。”江月想起陆玉给他的糖果，他走回房间里，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有满满一抽屉的大白兔奶糖，他两只手抓了一大捧，快步走了出去。众嫂子们到了院子里，张玉扁了扁嘴，说道：“你们还说他变了？他哪里变了？” 这么远帮着提东西回来，连口茶都不请你们喝。话音刚落，张玉就被打了脸。江月捧着大白兔奶糖走了出来，嫂子们请吃糖。家里现在没有杨瓷刚，不能请你们喝茶。玲玲和唐招娣几人连忙摆手推辞，这个太贵重了。江月每人给了四颗糖。看到张玉时，江月也递了四颗给他。要的，辛苦嫂子们了，推辞不过，几位军嫂都收下了。江月转身进了房间里。玲玲看着手里的大白兔奶糖，感叹道：“真没想到，江同志如今变化这般大。” 这可是咱们第一次吃江同志给的东西吧？这奶糖我给我儿子带回去。听着他们夸赞的话，张玉有些酸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几颗糖吗？他哪里改变了？今天这些东西得花陆营长几个月的工资吧？这么败家，谁家的钱经得起这样花？这可是资本家小姐做派。听到说花钱，几个嫂子们想起刚才江月花钱的那模样，都有些心疼了。我要是一下子花这么多，我家老徐能打死我。张玉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啊！他男人也是营长，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十，给老家寄五块。 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各种开销只能用十五块，另外十块得存着。每天都在想着，一分钱要分成两半花。可江月倒好，半小时不到花了好几十块。人比人真是气死人！一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了。想到陆玉和她男人正在竞争的事，张玉眸光闪了闪，她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一次一定能帮上她男人。江月回了屋里后，开始打扫着屋子。虽然客厅和卧室里打扫得很是干净，但是厨房里一直没用过，有许多灰尘，墙上也有老旧的污垢。 卧室柜子里的被子和衣服，这些好几个月都没清洗了。他拿出大铁盆，把有些霉味的衣服都拿了出来。第九章：资本家的小姐败家。老陆，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是啊，陆营长，你今天和平时很不一样啊。中午下班后，众人开始打趣陆玉。陆玉平时都是冷着脸的，很少看到笑容，可今天到了单位，脸上一直带着似有似无的笑容，嘴角时不时的扬起。我媳妇来了，一句话让众人脸上的笑容都消失了。江月在家属院里那是鼎鼎有名。 陆玉结婚时，他们也是吃惊不已，不明白那么多优秀的姑娘不选，为何会娶江月这样的？前几个月江月闹腾的那些事情多离谱。看到众人沉默着，陆玉开口说道：“她很好，以后你们就知道了。”陆玉提着饭盒朝着食堂走去。屋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咱们也回去吃饭去吧。”徐佳笑着开口说道。陆玉提着饭盒回了家属院，路上遇到好几个军嫂，本来在说着话，看到他后立刻安静了下来。等到陆玉走远后，这些人又议论了起来。 陆营长真是太可怜了，娶了这么一个败家女，以后的日子可有的闹了。难不成那江月真的是资本家的小姐？不然怎么这么败家？陆玉快步走进屋里，客厅里并没有看到江月，他心里有些不安。他立刻去了卧室，卧室里也没有江月的身影。陆玉打开书房的门，书房里也是空着的。陆玉心里急了，开口喊了起来：“江月！”听到陆玉的声音，江月从后院走了进来：“你回来了。”看到江月脱下了呢子大衣，穿着他的旧军外套，鞋子也换了一双布鞋，此刻因忙碌累得满身大汗。 头发粘着，小脸，目光闪闪发亮的，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他的心跳像是漏了半拍一般。他装出淡定的模样，轻轻的点点头。你这是在做什么？家里的衣服很久没洗了，我打算把他们都洗一遍。听到江月的话，陆玉的心情就像是吃了奶糖那般甜。这水太冰了，你等我回来洗。你坐了一天多的车，快来休息。江月摇了摇头，你工作那么忙，这些活我来做。被单也洗了，不过被子只能等天热再晒了。陆玉走上前，握住江月的手，他的手很冰，他用大掌给他的手搓了搓。 把她的双手包裹着，傻丫头，你手要是冻伤了，起了冻疮，可别哭。有些冰凉的手被他温暖的大掌一握，瞬间就感觉暖和了起来。江月心里甜甜的。陆玉拉着她的手到了桌边，说道：“今天食堂的菜有辣椒炒肉、炒包菜、煎鸡蛋，还有点鱼汤。”陆玉把饭菜都摆在桌子上。江月想起供销社的东西，说道：“等下吃过饭，你去借辆自行车，带我出去一趟。”陆玉的目光瞬间看向江月，要借自行车？他要出去？他想去哪？难不成？ 他又后悔了，想和他离婚，他绝不会同意的。陆玉的心情立刻变得有些低沉了。我在供销社买了好多厨房用的东西，我拿不动，你得去把东西拿回来。我还买了菜，晚上我们自己做饭吃。第十章，他吃他的剩饭。什么？他买了菜，晚上做饭吃？他不是不会做饭的吗？之前他说要买些东西回来，他做饭给他吃，他拒绝了，说讨厌闻油烟的味道。陆玉看到陆玉发呆，江月的手在陆玉面前挥了挥，陆玉立刻回过神来，笑着点头，好。 陆玉递过碗筷给江月，谢谢，我们之间不用客气。陆玉觉得江月对他现在的态度太过客气了。好，那我以后少说。江月低下头吃着饭菜，今天洗了一两个小时的东西，又打扫了厨房，这会儿真是累得不得了。陆玉用公筷夹了一些肉到江月碗里，江月抬起头，正准备说谢谢，想起刚才的话，冲着陆玉笑了。陆玉看着江月吃的香甜，没有像以前那般挑剔这些饭菜不好吃，他脸上的笑容更多了。没多会儿，江月就吃饱了。陆玉装的饭很扎实。 还压过了，他只吃了一小半，饭盒里还有一大半，吃饱了。江月点头，陆玉看到江月点头，直接拿起江月的碗，把碗里剩下的饭菜全都倒到他碗里。唉，江月猛地睁大眼，看到陆玉大口的吃着，丝毫没有嫌弃的模样，他肯定是觉得剩下这么多不吃完会浪费。不知道为什么，食堂的饭菜今天感觉特别的香。陆玉快速的吃完饭，把饭盒全都放到厨房里。江月走进去准备洗饭盒，我来。陆玉握着江月的手，把他轻轻的推出厨房。 你去沙发上坐着消消食，等我洗完碗,碗去借自行车带你去镇上。好，江月点头应下。不过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厨房看着陆玉洗碗。不知道为什么，明明陆玉洗碗的动作很平常，可他看着就是觉得他这模样让他心动极了。想起昨天晚上的吻，江月的脸突然又有些发烫了。陆玉回过头，看到江月脸上带着笑容，正望着他。陆玉回了他一个笑容。他刚才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打扫得很干净，厨房里还摆着一些调料，还有肉。 鱼、小菜等东西。听他说买了很多厨房用的东西，陆玉想象着那些东西摆放在厨房里，他做饭，他在旁边看着的模样，他的动作越发的快了。陆玉洗完碗，走到门口，说道：“你去穿件厚外套，我们出去。”江月点点头，他的脸更烫了。刚才他就这么站在这里，看着他洗碗，连换衣服的事都忘了。江月回到卧室里，看到卧室里只有一个枕头，他才想起来昨天陆玉是睡着客厅。怎么了？好一会儿后，陆玉还没看到江月走出房间，他走到门口，关心的问道。 马上就好。江月穿上呢子大衣，走出房间。出了房间，两人朝着外面走去。此时，好些人已经吃完了中午饭，看到陆玉和江月朝着外面走去，何丽和唐招娣和陆玉江月打着招呼：“陆营长，嫂子，你们这是出门？”何丽听媳妇唐招娣说了今天的事情，她心里也很为自家营长高兴。第十一章故意走有坑的路。何连长，嫂子，江月笑盈盈的和他们打着招呼：“老陆陪我去把镇上买的东西带回来，今天晚上我们打算做饭吃。”何丽听到江月的话，心里惊讶不已。 之前媳妇和他说这事，他还有些不相信。没想到江月真的打算自己做饭吃了。不过江月好像不会做饭吧？那不是又得让陆营长忙活。陆玉看到江月的笑容，他的脸色微变，伸出手拉着江月朝着前面走去。他还真的要做饭了，真是没想到啊！何力感叹道：“我说了，江同志真的变了，你还不相信？”唐招娣说道：“今天他买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实用的东西，虽然价格很贵，但这是一次性买齐，不像他们一点点的添置。实际上价格相差的也不大。” 陆玉去找了张望，借了自行车，坐上来。江月听到陆玉的话，坐到后座上。他伸出手，捏着陆玉的衣服，坐稳了。陆玉叮嘱道：“叮铃铃，自行车的铃声响起。”陆玉带着江月朝着镇上赶去。一开始，江月还只是扯着陆玉腰上的衣服，可这路有些不平，摇晃过后，江月害怕的抱住了陆玉的腰。媳妇，抱紧了，这路有些不平。陆玉又叮嘱道。察觉到江月抱着他的腰，抱得更紧了。陆玉嘴角扬起，又看了一下前方的道路。 挑了最平坦的路，没有再走有坑的路了。江月抱住陆玉的腰，他此刻的脸又有些发烫了。江月，你怎么回事？你可是多活了几十年的人了，虽然没有吃过猪肉，但是也看过不少的电视电影，怎么搂个腰还脸红了、啊？江月在心里吐槽着自己。可陆玉的腰是真的很宽肩窄腰大长腿，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屁股还有点翘臀，五官还那么的好看，这样的男人是他男人。这样一想，江月心里更加美滋滋了。没多会儿就到了供销社，看到江月过来。 售货员很是热情地招呼着：“同志，你来了。”“嗯，我和我丈夫来取东西。”陆玉看着地上的那一大袋东西，直接提了起来，朝着外面走去。看着他轻松提起的模样，江月忍不住在心里点了个赞。陆玉提着东西到了门口，把东西绑在后座上。“媳妇，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听到陆玉一口一个“媳妇”，江月的心扑通扑通的。再买点奶糖和水果，再买点其他好存放的菜。江月还打算买点奶粉和麦乳精。现在的奶粉可不是几十年后各种掺杂的，现在的东西很纯粹。 奶粉可以泡着喝，做甜点。卖乳精来客人的时候可以泡着喝。我陪你去。陆玉把单车锁好，跟着江月回了供销社。有没有巧克力？陆玉开口问着售货员：“同志，我们这供销社没有巧克力，要市里的百货商店才有。”江月望着陆玉，他以前确实是挺喜欢吃巧克力的，想离婚时还故意用巧克力的事和陆玉吵过几次。陆玉之前请人从省城带了巧克力回来，却被江月给扔垃圾桶了。第十二章，不能说他男人不行。想起这件往事。 江月的脸上就臊得慌。江月提着大白兔奶糖和奶粉、麦乳精，刚提着就被陆玉接了过去。还有什么想买的？陆玉温柔地问道。江月摇摇头，其他的再慢慢添置。听到慢慢添置，陆玉眼角的笑意更浓了。好，那以后再慢慢添置。走到自行车前时，看着后座那个大麻袋，江月开口道：“你骑着自行车在前面，我跟着跑。这么多东西，他没地方坐了。这么重的东西，他骑自行车也不方便。”江月刚说完，整个人却被陆玉给抱了起来。啊！ 他惊呼着，陆玉把他放在自行车的横杠上，他抬起脚上了自行车，拥着他，这样就好。江月的手扶着把手，他没想到陆玉会这般带着他，这能行吗？听到媳妇的质疑，陆玉的声音在江月耳边响起：“媳妇，你男人当然行，以后不能说你男人不行。”轰！江月的脸爆红，他刚才是觉得那东西好几十斤，又占了那么大的位置，前面的把手上还挂着东西，这样很不方便。路还这么坑坑洼洼的，谁知道陆玉会说出这样的骚话来？ 陆玉看到江月害羞的模样，喉咙动了动，骑着车开始往回赶。江月被陆玉揽在怀里，他本来是有些害怕的，怕车子不稳摔下去。可他的背却紧靠着陆玉的背，让他的心里安心了许多，就好像是有了靠山一般。陆玉的喉咙又动了动，这是昨天亲吻过后又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媳妇身体的清香随着风吹进了他的心里。本来有些安静的心又砰砰砰的跳了起来，他努力的压制着心里的骚动，可微风吹过，媳妇的长发又吹拂到他鼻尖。 明明很长一段路，却感觉很快就到了。自行车直接骑到了小院前，陆玉停好自行车，双手抱着江月下了自行车。陆玉把麻袋取下来，双手提着朝着里面走去。打开门后，陆玉把东西放到客厅里，又走出门，接过江月手里的东西。我去还车，你在家先休息会，等我回来收拾东西。陆玉大步离开后，江月缓了一会儿，开始把东西归置。锅碗瓢盆、各种东西都放到厨房里，糖果和奶粉、麦乳精等东西放到客厅的柜子里。买的几个洋瓷缸。 放到了客厅的桌子上，看着牡丹大红喜字的杨慈刚，江月的心情也越发的好了。走到厨房里，江月看着地上和灶台上的菜，心里盘算着晚上要给陆玉做什么菜吃。辣椒炒肉、肉末蒸蛋、水煮鱼、干捞粉丝，江月心里闪过好些道菜。他开始清洗切菜，打算把菜都给处理好，等到五点左右就开始炒。陆玉回来时，听到厨房里洗菜的声音，媳妇江月回过头看着陆玉，不是说好我来弄吗？你休息会就去上班吧，这些东西我来。 以前的江月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娇大小姐，现在的她饭菜做的极好吃，刀工也不错。第十三章，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江月已经切好了辣椒和猪肉。我不休息了，我来处理这些东西。你想怎么做？陆玉接过江月手里的菜刀，脸上带着笑意问道：“那你把鱼杀了，清洗干净，然后改刀，把它用姜片、生抽、料酒腌渍一会儿。”话说完，江月才想起来他只买了白酒，这年代这地方还没有料酒。你把鱼收拾了，我自己来。 陆玉点了点头，江月站在门口看着陆玉快速的把鱼给杀了，鱼鳞去了，改刀后清洗干净。他这动作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全是实用。他怎么就会这么多东西呢？他这几年到底是怎么过的？小菜陆玉也很快的清洗好了。媳妇，晚上我回来炒菜，你在家休息。陆玉看了看屋子里，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我现在去买个炉子，买一些没回来。听到陆玉的话，江月呆了一下，他是说总觉得厨房里少了什么东西，原来最重要的东西都没买。 用习惯了现代那些高科技的厨灶，忘了现在是七零年代，用的是炉子、蜂窝煤。买两个炉子。江月提醒着陆玉，一个炉子炒菜太慢了，要是请客吃饭的话，至少要同时两个炉子炒和煮才好，不然一顿饭一小时都做不出来。好，陆玉刚出门，江月追了出来，你忘了拿钱和票。江月给了陆玉三十块钱和几张票，谢谢媳妇。陆玉离开后，江月把其他的菜又处理着。咚咚咚，江月忙碌的时候，听到门口传来敲门声。江月洗了洗手。 打开门后，看到是张玉和另外几个嫂子。江同志，你这是在准备晚饭了？江月虽然不喜欢张玉，但他如今要融入进来，这会儿自然得表现得和善一点。只不过张玉要是敢做些什么，他就怼回去。看到江月没有说话，张玉直接挤了进来，快步朝着厨房里走去。他可是看到陆营长和江玉带着一大麻袋的东西回来了。天啊，江同志，你买了这么多好菜啊！这么大一块肉，还有一条鱼，还有好几样小菜，还有腊肉、腊鱼。难不成陆营长和江月？ 今天晚上就吃这么多菜，他们两个人能吃得了这么多菜吗？其他几个嫂子看到厨房里的东西，心里也有些吃惊。他们是看着江月买的东西，没想到江月又买了腊肉和腊鱼。腊肉、腊鱼，可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的，平日里很少舍得吃这个。几位嫂子来的正好，今天晚上老陆和我请大家吃个饭。这几个人是陆玉关系好的战友，今天他买了这么多东西，本来是打算明天请客的，今天是打算单独给陆玉做几个菜，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如今他们来看到了。 那就今天请了。张玉有些吃惊地看着江月，江月要请他们吃饭，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江月和陆营长结婚快一年了，来了这里好几次，可都没有请过他们吃饭。江月做的菜能吃吗？不会把他们毒死吧？江同志，你太客气了。唐招娣拒绝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张玉给截了。那可真是太谢谢江同志了，我盼着这一顿饭，可是盼了几个月了。第十四章，再说离婚的事。林玲也准备拒绝的时候，听到张玉的话，他们俩的脸色都有些变了。江同志不会做菜。 今天请客，怕是要陆营长来做饭。他们怎么好意思让陆营长来做饭呢？江月招呼着众嫂子们在客厅坐下，他拿出四个苹果，进了厨房，把苹果给切开后，摆在盘里，端了出去吃点水果。这个时候，苹果是最常见的，价格几毛钱一斤。又端了一盘橘子出来。江同志可真是太客气了。张玉立刻伸出手，拿着苹果吃了起来。虽然这苹果不贵，但他们平时吃的次数可不多。今天江月给的糖果，他给了他儿子吃，这苹果也装一点给儿子去。想到这。 张玉又拿了几块往口袋里塞，唐招娣和玲玲觉得丢脸不已。江同志请客，吃一两块鲜果没什么，可是吃了又拿，这太丢人了。江月看了张玉一眼，没有和张玉计较。江同志，我们待会儿帮你做饭吧。唐招娣笑着说道。玲玲也跟着点头，是呀。江月笑着说道，多谢嫂子，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不用帮忙了。唐招娣和玲玲哪会同意？问江月还要做些什么？江月只好给了两个大蒜给他们，又拿了一些小菜和姜葱。 张玉接过一小块大蒜子，手里掰着大蒜子，目光却看着客厅里。客厅里的柜子上了锁，里面堆得满满的，也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江同志，你这桌子上怎么还放块布呀？听到张玉的话，江月看向桌子上的那块白布。他以前去过很多咖啡厅和西餐厅，觉得像餐厅那样放着布，放个花瓶，里面放着鲜花，心情也会好很多。这不是做衣服剩下的。江月没有说，这不是他在京城精心挑选的。如今这时候，要是这样说，一定会被人认为是资本家小姐的做派。 说他贪图享受，不和贫农们一条战线。张玉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做衣服剩下的布就这么浪费。江月没有再理会张玉，目光看向唐招娣，笑着说道：“老陆去买炉子和煤了，待会儿用新煤和唐嫂子您换两块燃了的煤，不用换，待会儿我给你送过来。”浙江同志又是给大白兔奶糖，又是请吃水果的。陆玉回来时，看到屋子里好些女人，愣了一下，目光看向江月。炉子买回来了，煤球我放在这边角落里，到时候用油纸盖着。好。 陆玉双手提了两个炉子进来，看到两个炉子，张玉开口了：“江同志，你们怎么买两个炉子啊？”江月懒得和张玉解释。江月走到门口，正打算搬煤球，陆玉阻止了他：“我来。”江月也没有再坚持，想起请客的事，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在家请客吃饭，你叫上张望，再叫上其他关系不错的。”听到江月的话，陆玉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这两天他的举动和之前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差别，可他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他会不会是借这个机会？ 再和他说离婚的事。第十五章，你是我们花钱买来的。离香城几百公里的一处小山村里，秦香睁开眼，看到周围漆黑一片，她吓坏了。秦香心里有些恐惧，她这是在哪？秦香一动，却发现手和脚动弹不了。她心里突然有些不好的预感，她拼命地挣扎了起来。在她努力下，她往前挪动了一米多，触碰到了一个东西，哐当，东西倒下后发出响声。嗯嗯嗯，秦香发出喊声，可是她的嘴被一块破布给堵着，她用手把嘴里的布给扯下来。 哦，这块布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好臭！秦香放开嗓子，大声的喊了起来：“救命啊！”门外响起脚步声，秦香心里有些激动，听到开锁的声音，秦香的目光看向声音传来处。此时门外有了一些亮光，吱呀，门被推开，秦香开口喊道：“救命啊！”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子提着煤油灯走了进来，秦香心里突了一下，这两人这般气势汹汹的模样，好像是……你们是谁？秦香心里有些惧怕，身体也朝着后面缩着，怕。 秦香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贱蹄子，你喊什么喊？老婆子这一巴掌打的秦香跌倒在地上，脸也砸在地上，地上有一些石子，她的脸顿时火辣辣的疼了起来。你是我们花钱买来的，放你出去，你做梦吧！老婆子破口大骂道：“老老实实的在这待着，给我儿子生个孩子。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招，老娘饶不了你！”秦香听到这婆子的话，整个身体如雷击一般。不，这怎么可能？明明江月吃了那包子和水，怎么是他被卖了？你们搞错人了，我不是江月。 你们放我出去！啪！又一耳光打来，秦香的嘴角破了，嘴里尝到了血腥味。你们搞错人了，我不是江月。他大声的解释着。什么江月？老娘不认识。你是老娘花了五十块钱买来的。五十块？听到五十块，秦香想起自己身上带的那些钱。我有钱，给你们钱，你们放我出去。秦香语气哀求的说道。听到秦香有钱，老头和老婆子对视了一眼，老头冲着老婆子使了一个眼色，老婆子脸上露出笑容，说道：钱在哪？ 秦香看到老婆子那贪婪的模样，眸光闪了闪，说道：“你们松开我，我拿钱给你们。”老婆子笑着点头，把秦香手上的绳子给解开了。秦香装作要拿钱的模样，在身上翻找着。她悄悄地看了老头和老婆子一眼，突然一伸手，把老婆子推倒在地上，朝着门口跑去。砰！后背被木棍重重地打了一棍子，她疼得放声大叫了起来：“啊！贱蹄子，你敢打老娘！”老太婆压着秦香，用大掌狠狠地扇着秦香耳光。秦香背疼的不得了，脸也瞬间肿了起来。 好疼啊！别打了！秦香大声地喊着，挣扎着，可老婆子并没有停下手，用木棍加拳打脚踢，把秦香一顿暴揍。秦香晕了过去。昏迷前，秦香心里恨得不得了：为什么他表叔呢？为什么是他被卖了？江月去哪了？第十六章自制麻辣火锅底料。陆玉放好煤球后说道：“等我回来做饭。”陆玉说完后，快步离开了。江月看到陆玉的身影消失后，转身回了屋子里。茶几上的苹果和糖果全不见了。张玉的口袋里鼓鼓的。江同志，你家陆营长对你可真好。 唐招娣笑呵呵的说道，玲玲也笑呵呵的附和着，真让我们羡慕。其他几个嫂子也笑着夸赞着。江月听到他们的笑，抿着嘴笑了。陆玉对她确实是好极了。江月看向两个炉子，决定现在就把炉子给生好。江月用铁钳夹了两块煤球，说道：“唐嫂子，麻烦你了。”唐招娣拒绝着，但拗不过江月，提着煤球回了家里，换了两块过来。张玉看到这一幕，假意说道：“江同志，要不要我帮你发煤球？”江月如今这般的大方。 他要是帮江月发煤球，说不定不用了、啊。江月的语气有些冷淡，目光落在张玉鼓鼓的口袋上。张玉看到江月的目光，连忙用手捂着口袋：“哎呦，我肚子有些疼了，我先回去一趟。”张玉快不跑了。玲玲和其他几个嫂子看着张玉这模样，都觉得张玉太过分了。他们刚才一人就吃了一块苹果，橘子还没吃呢，张玉就全塞他口袋里了。江同志，我帮你生煤炉吧。唐招娣看着穿着精致的江月，觉得江月对于这个肯定是不擅长的。多谢唐嫂子。 我会这个。江月把燃烧的煤球放进炉子里，把炉子下面的盖子给揭开，又放了两块新的进去，把孔给对上。用烧水壶装了一壶水放到上面，另外一个炉子用蒸锅也烧了一锅水。家里是有两个铁壳热水瓶的，待会儿就把这两壶水倒进去，就不用再去食堂里接热水了。江月拿着一个扇子扇着，想让煤球加快燃烧。唐招娣和玲玲几人看着江月的举动，心里都有些惊讶。江同志之前对于这些活可是嫌弃的不得了，身上要是沾了一点灰尘和泥土。 那是恨不得立刻就换一身衣服的江同志，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你不要客气。唐招娣觉得他们来吃饭不帮着做点事情，确实是有些过意不去。那请嫂子们帮我把碗筷洗了，那些腊肉帮忙切成薄片，大鱼用水泡着。听到江月的话，唐招娣和玲玲几个连忙上前忙碌着。没多会儿，这些菜都切好洗好了，炉子里的煤也燃烧得很旺了。水烧开后，嫂子们抢着把热水瓶给灌满了。江月打算炒几个菜，再直接煮个火锅，这样快速方便。今天买的这些调料。 还真可以做火锅底料。江月快速地准备着，没多会儿就把火锅底料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今天还买了一小盆猪油和一小盆牛油。如今猪油可是很贵的东西，平常人家炒菜时都是放一点点，甚至是滴几滴。江月舀了一大块牛油倒入锅里，等它融化后，加入蒜瓣、大葱、洋葱、香菜，煸炒出香味。过了一会儿，加入辣椒和辣椒块，再把切碎的生姜倒进去。第十七章，整个家属院都闻到了香味。过了一会儿后，锅里的水分熬干了。 江月加入了一大碗豆瓣酱，把红花椒和青花椒放进后，边熬边搅拌。江同志，你这是在做什么？好香啊！几个嫂子们本来是在客厅坐着的，这会儿都凑了过来。我在做麻辣火锅底料。江月笑着回答道。众嫂子们站在门口看着江月忙碌着。过了二十多分钟后，又把桂皮、香叶、八角、小茴香等东西倒入锅里，继续熬制着。艾灸，香味浓郁，但是辛辣味也非常的重。众嫂子们这会儿都有些坐不住了。江月把窗户打开。 房间也打开了，香味很快就传了出去。院里的好些人闻到这个香味，都走了出来。张玉和另外几个嫂子因为味道太呛人，都走了出去。这会儿看到其他的嫂子们，张玉朝着他们招手：“张嫂子，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你们怎么都在这里？这是什么香味？”陆营长家属正在做什么麻辣火锅底料？听到张玉的话，好几个嫂子望向厨房的位置：“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香，还这般呛人？”张玉听到他们的问话，有些得意的和大家解释道：“我看他用了这么大一块牛油。” 还有香菜、洋葱，好多的香料。听到张玉的话，有嫂子开口说道：“这火锅底料得花多少钱呀？这一锅怎么也得花几块钱吧？”听到花几块钱，有嫂子惊呼了起来：“几块钱？这也太奢侈了吧！我们一天吃一块钱的饭菜，已经是很奢侈了。”张玉听到后，故意说道：“江同志可不一样，他今天买东西一买，可就是八九十块。中午的时候，就有嫂子听到了这件事情，这会儿听到张玉这样说。” 有嫂子好奇的问着江月买了些什么东西，张玉把江月买的东西说了出来，又说道：“人家江同志买炉子都是两个两个的买，可不像我们这些贫农们，家里就一个炉子。”唐招娣听着张玉的话，觉得张玉这话怪怪的。江同志是来随军，家里什么都没有，一次把东西才买齐是得花一大笔钱。玲玲也附和着：“可不是嘛，我们一次买一点，最后一算账也得好几十块。”有嫂子觉得唐招娣和玲玲说的对，也附和道：“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我刚来这里时。” 也花了不少的钱。张玉没想到这些人会帮着江月说话，难道这些人都忘了之前江月在他们面前说的那些难听的话吗？说他们这些人是乡巴佬，还说了其他的嫂子们嫌弃他们穿的衣服不时髦，说他嘴巴多，迟早会被收拾。他是乡下来的没错，可这几年他在这里早就和以前不一样了，穿的不说多时髦，但也不是乡巴佬。他哪里话多了？江月此时已经煮好了火锅底料，把这些底料用一个盆装着。现在天气冷，过几个小时就能凝固了，到时候就可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要是想吃这个的时候，拿一切煮火锅就可以了。江月用勺子舀了一点儿，尝了一小口，味道不错。第十八章治张玉有好几个嫂子走到厨房的窗户外。江同志，你这是做什么？江月听到声音，抬起头，笑着回答道：“这是川省的火锅底料，这东西做好后，一块可以煮一大锅菜，味道很是不错。”听到江月的介绍，有些人明白了，虽然没有吃过，但听懂了。张玉眼珠子转了转，从门外走了进来，说道：“江同志，要不要我给你试味？” 替你尝一尝。”张玉说完，手就朝着锅铲和碗伸去。江月伸手阻止了他，说道：“这个很辣，你吃不了。这种辣度可不是一般人能吃的。更何况，他知道张玉只能吃微辣，稍微辣一点，张玉脸上就会长痘，那痘又疼又痒，好几天都消不了。听到说很辣，他吃不了。张玉觉得江月这是不想给他吃。他说道：“江同志，我能吃得了，你要多少给我，我都可以喝完。这东西这么香，又用了那么多牛油，可值钱了。这样的便宜。” 他可不能错过，你回家去拿个碗来。江月看到张玉不听劝，决定质疑质张玉，让他不要天天想着占便宜。听到江月答应，张玉高兴极了，立刻回家拿了一个碗跑了过来。看到这么大一个菜碗，江月嘴角抽了抽。张玉真是个奇葩，一小块就能煮一大锅菜了，这么大一个碗装底料都能煮十次八次火锅了。看到张玉拿着锅铲，他立刻抢了过来。张玉看着江月只妥了两汤勺子，他立刻说道：“再多点不行。”江月把锅给盖上，把张玉给推了出去。 张玉的目光有些不舍得看着那锅里大半锅的什么火锅底料，居然只给他两汤勺子，这个资本家的小姐可真是太小气了吧！这个要加菜加肉加水煮，绝不能直接喝。江月当着众嫂子们的面说道。张玉扁了扁嘴，走到了门口，他特意端着大菜碗，对着外面的军嫂们说道：“江同志送了我两勺子火锅底料，让我先尝尝味道。”张玉特意把大菜碗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圈，让大家知道江月有多么的抠门。唐招娣没好气的看了张玉一眼，这明明是。 张玉自己脸皮厚，跑过去要的，结果还拿这么大一个碗。现在张玉这样做的意思，谁不明白啊？江同志就是太好说话了。江月看着张玉在外面表演，他并没有吭声。这会儿张玉得意忘形，待会儿就要哭了。看着这碗里红彤彤的模样，好看的不得了。闻着这香味，张玉忍不住咽了口水。他端起碗，仰起头，大口的喝着这碗火锅底料。刚入口，张玉就察觉到很辣，他脸色巨变。 想吐出来，可是想起这些东西的价钱，他又舍不得，拼了命的咽了下去。可嗨嗨，张玉的脸顿时就红了，喉咙里也感觉火辣辣的。有一瞬间，他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了。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辣？张玉哈着气，眼泪水瞬间就涌了出来，辣死了啊！可嗨嗨，他的目光看向菜碗里剩下的那些火锅底料，他此刻哪还敢继续吃？端着碗，快速的朝着家里跑去。第十九章百米冲刺的速度。江月看到张玉那百米冲刺的速度。 忍不住笑了。他看了看客厅墙上的时钟，已经五点了。饭已经煮上了，他决定先煮火锅。江月把腊肉、白萝卜等东西先放了进去，猪肉和买的牛肉这些等到快熟的时候再放。不同于刚才的火锅香味，没多会儿，腊肉、白萝卜等菜的味道也传了出去。江月还买了香干、腐竹、毛肚、肉丸。江月决定再放几个鸡蛋进去。刚才他煮腊肉的时候，把鸡蛋也一起煮了十几个。江月还在墙角发现了一些木耳、干蘑菇等东西。 刚才也用热水泡着，这会儿都加了进来，大铁锅里顿时就塞满了东西。其他围观的嫂子们刚才已经回去了，如今只有唐招娣、玲玲和杨红、周巧四人在。杨红是杨副连长的媳妇，周巧是周副连长的媳妇，都是陆玉手下的人。看到江月煮了这么一大锅，唐招娣和玲玲都有些心疼。江同志，这些也太贵重了。这不贵重，想让你们吃开心，吃高兴。唐招娣和玲玲几人看着这个，走出了房间。过了没一会儿，一人提了一些东西进来。江同志，这个。 看到他们提的东西，江月连忙拒绝。可唐招娣和玲玲几个一定要江月收下，盛情难却。江月笑着把东西收下了，决定等这东西凝固了，每人送四块给这几位嫂子。张玉此时喉咙辣的疼的不得了，他刚回去喝了两大瓢的冷水，也没能缓过来，脸上和身上这会儿开始痒了，有些疼了。何丽、魏巍、张望、陆玉叫了八个人过来，他特意早些回来，想着媳妇不会做饭，他叫这些人帮忙做饭。媳妇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够这些人大吃一餐了。他们想吃大餐，当然要付出劳动了，绝不能累着媳妇儿。何力、微微几人下午的时候就听到陆玉说要请客吃晚饭，他们心里都惊讶极了。陆营长，听说嫂子今天买了好些菜，今天我们可是有口福了。嫂子真大气。几人正说说笑笑的，到了家属院门口时，闻到了火锅的香味。这谁家在煮东西？怎么这么香？这也太香了吧！这香味可真是太下饭了。陆玉闻着这个香味，这似乎是四川的火锅味道。家属院里。 居然有人会做这个，嫂子，这是谁家在做吃的这么香？张望笑嘻嘻地问着路边的嫂子：“是陆营长媳妇在做吃的呢。今天下午家属院里香了一下午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陆玉。什么？他们没有听错吧？江月在做吃的？不是说江月是大城市里的人，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能做出这么香的东西来？”陆玉想起今天媳妇说的话，他加快了脚步，越往家走，香味就越浓。屋子里好多人在说话，还有好几个小孩说话吵闹的声音。陆营长回来了，一进门。 陆玉看到屋子里的嫂子们时，愣了一下，冲着众人点点头。他快步朝着厨房走去。第二十章，手艺比国营饭店里的大厨还要好。厨房里，江月已经把小菜都加进去了，这会儿可以出锅了。媳妇，听到陆玉的声音，江月回过头：“你回来的真是太好了，把这锅东西倒到桌上的大盆里。”看着这大铁锅里的东西，陆玉愣了一下，接过江月手里的抹布，端着大铁锅朝着客厅走去。把菜倒进盆里后，陆玉回了厨房：“还要炒什么菜？我来炒。”陆玉开口说道。 张望几人走到厨房里来，说道：“嫂子，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已经炒好了。江月笑着说道：“可以开饭了。”江月做了凉拌鲫鱼、青椒炒肉、蚂蚁上树、手撕包菜，炖了一个冬瓜肉片汤，还有这一大盆的麻辣火锅。虽然只有六个菜，但是分量足足的。江月还蒸了包子和馒头。江月把菜递给他们，众人看着这一桌菜，都惊呆了。嫂子的厨艺，这也太好了！这一大锅看着也太好吃了，这里面好多东西啊！嫂子这厨艺可真是太棒了！ 何力几人看着桌上这一大盆东西，忍不住称赞了起来。其他的嫂子们也大声的称赞着：“江同志这手艺比国营饭店里的大厨还要好，真是太香了。”陆玉听着众人的夸赞，目光看向自家媳妇儿。他站在那里，脸上带着浅笑，正笑盈盈的和众人说的话：“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江月看向陆玉，陆玉冲着江月笑了笑，也开口招呼着众人。江月给几个孩子泡了麦乳精。江同志，嫂子快坐，嫂子辛苦了。陆玉伸出手拉着江月坐下。 听到嫂子们说今天这些菜全都是媳妇儿做的，他心里那叫一个骄傲啊！我媳妇真棒，我媳妇真优秀，我媳妇哪哪都好。看着这些菜，陆玉又有些心疼江月了。陆玉拿着筷子给江月夹菜，媳妇儿最喜欢吃牛肉了。看着碗里的牛肉，又看到陆玉伸手继续夹菜，江月用手拉了拉陆玉，提醒他可以了。陆玉这才加向其他的菜。多谢陆营长，多谢嫂子，嫂子今天辛苦了。何力站了起来，端着杯子里的酒。今天是周末，他们是可以喝酒的。江月买了两瓶白酒。 就是普通的那种，众人都站了起来，孩子们那桌也站了起来。多谢陆营长，多谢嫂子，嫂子今天辛苦了。江月听着这些人的话，看了陆玉一眼，笑着说道：“不辛苦，你们今天一定要吃好喝好。”陆玉尝着菜，这味道真是好极了。他没想到媳妇的厨艺居然这般的好，这比他之前在川省吃过的麻辣火锅味道还要好得多。张玉坐在江月的对面，这会儿他喉咙疼得很，脸上和身上也有些痒，他恨恨的看了江月一眼，这么多好吃的。 要是平时他可以吃三大碗饭，可他喉咙伤着了，吃辣的会更疼。江月一定是故意的，把他害成了这样。他用筷子挑着盆里的肉，再疼他也要多吃肉，把这些肉多吃一些，这样才能解心头之恨。徐家看到张玉的动作，用脚踢了张玉一脚，示意他斯文一些，不要这么丢脸。第二十一章，家里来电话了。江月的胃口不大，吃了一会儿就吃饱了。他坐在陆玉身边，听着他们说着话。陆玉递给江月一个糖包子，他记得他小时候是最喜欢吃糖包子的，而且。 江月喜欢吃糖包子，只喜欢吃有糖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不吃。看着陆玉递给自己的那一小块，江月惊讶极了，他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吃这个？江月接过后，冲着陆玉笑了。何力看到陆玉和江月甜蜜的模样，他用手捅了捅旁边的张望，示意他看。张望看到后，又示意微微几人看，几人挑了挑眉，都笑了。陆玉抬起头，看到这几人打趣的眼神，他开口道：“你们快吃，这可是你们嫂子辛苦准备的。嫂子辛苦了。”众人端着酒敬着江月。 江月又喝了小半碗冬瓜汤。吃过饭后，江月本来打算洗碗打扫卫生，但是他和陆玉被推出了厨房。张望几人在厨房里打扫着，客厅里唐招娣和玲玲几人也快速的打扫着。江月看着众人忙碌的模样，他的目光看向陆玉，陆玉此时也望着江月。他媳妇突然变化这么大，他心里是惊喜不已的，但他也疑惑媳妇这是怎么了。陆营长，你家里来电话了。门口突然传来声音，应该是家里来的电话。陆玉温柔的说道：“昨天你到了后，我给家里和岳父岳母他们。” 都打过电话了，想到陆奶奶和公公，江月也有些愧疚。陆奶奶对她好极了，可她之前为了离婚，还把陆奶奶给气病倒了。公公也是个很和善的人。江月又想到了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他们，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自私任性，不孝顺，让爷爷奶奶他们伤心难过了。察觉到江月的情绪不对，陆玉牵过她的手，笑着说道：“我们去接电话。”陆玉又看向张望他们，说道：“辛苦你们了，陆营长和嫂子，你们去吧，这里交给我们了。”“对对对。”没多会儿。 就到了传达室，里面的哨兵看到陆玉和江月，立刻行礼。陆玉还了一个军礼。陆营长嫂子好，哨兵微笑着说道：“电话还要五分钟，请稍等，谢谢。”江月笑着道谢。没多会儿，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陆玉拿起电话，开口道：“喂。”电话那头是陆奶奶。昨天陆玉给他们报平安后，陆奶奶本想和江月说说话的，陆玉说江月累了，说改天再打电话。陆奶奶心里担心，怕大孙媳妇又是去找大孙子离婚，今天就又打了电话过来。臭小子！ 你没有欺负月儿吧？陆奶奶如今虽然七十多岁了，身体很是不错，这会儿声音很是洪亮。江月在旁边听着，抿着嘴笑了。没有欺负她，奶奶，我媳妇就在旁边，让她和你说。陆玉把话筒递给江月，江月接过话筒，里面传来了陆奶奶的声音：“月儿啊，要是臭小子欺负你，你告诉奶奶，奶奶一定给你做主。”第二十二章，两个奶奶，奶奶，她没有欺负我。江月听着陆奶奶的话，心里更加愧疚了。陆家和江家是世交，陆奶奶和奶奶两人的关系也是极好。 陆奶奶对她像是亲孙女一样，听到江月叫她奶奶，电话那头的陆奶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好，好，好，那边不比京城吃的用的没京城好，你要是想买什么东西，让臭小子给钱，别委屈了自己。奶奶也让钱妈给你寄一些东西过去。陆奶奶知道江月是从小娇养着的，香城那边条件艰苦，江月可能住不了多久。她希望陆玉能让江月多住一些天，这样她盼着的大众孙子就能早些来了。至于离婚什么的，陆奶奶觉得江月是年纪小，还不怎么懂事。说到底。 就是大孙子没哄好媳妇，一切都是大孙子的错。昨天陆奶奶就把陆玉狠狠地骂了一顿，还说要是陆玉没哄好媳妇，就别回京城去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给奶奶说，奶奶揍他。江月听着陆奶奶的话，心里感动极了。奶奶，您不用给我寄东西，这里什么都有。他如今对物质和吃的穿的不在意了。臭小子说，等过年的时候他有假能回来，到时候你和他一起回来，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陆奶奶说什么？ 江月应什么？陆玉看着打电话乖巧的江月，嘴角微微扬起。其实他见过他的次数不多，但他见过他的次数很多。有一次，他见过他面对大孩子，保护几个小伙伴。明明个子小又瘦弱，却愿意挡在别人面前。挂断电话后，江月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麻烦转接，谢谢。没多会儿，电话通了。喂，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江月本来就有些难受的心情顿时绷不住了。奶奶，江奶奶听到宝贝孙女带着哭腔的声音，顿时就心疼了。宝儿。 你怎么哭了，奶奶？我想你了。江月眼里含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咽的说道：“宝儿，奶奶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吗？”江奶奶虽然知道陆玉对江月很好，但她还是有些担心宝贝孙女。我很好，奶奶你别担心。好好，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要是钱不够花，给奶奶说，奶奶给你汇钱。江奶奶想起孙女闹腾的事，又说道：“陆家小子是个好孩子，你不要听外人的闲话，他对你也是真心的。”江月嗯了两声，没有反驳，又说起了秦香的事。昨天陆玉已经说过这事了。 你爷爷和你爸爸打电话联系了好些人，和奶奶打过电话后，江月又给爸妈打了电话。是板儿吗？江妈妈接到电话后，立刻问了起来。妈，你这孩子，你一声不吭就跑了，你要急死爸爸妈妈！江妈妈生气的说道。对不起，是我任性了。听到女儿的道歉，江妈妈愣了一下。这些天，女儿和她吵了好些次，从家里跑回到公公婆婆住的大院里，结果没住两天，就一声不吭的跑了，她都快急坏了。第二十三章，不能单独出行。听到女儿道歉。 江妈妈愣住了：“宝儿，你没事吧？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你和妈妈说说。”江妈妈更加心疼了：“妈，我和陆玉很好，你不用担心。等过年的时候，我们回来看你们。”江妈妈听到女儿和女婿过年的时候回去，心里更惊讶了。女儿不是闹腾着要离婚吗？怎么突然就改变想法了？江妈妈还想追问，江月把电话给了陆玉，让他和妈妈说话。妈，我是陆玉。江妈妈的话顿时就咽了下去。小陆啊，月儿脾气有些倔，还请你多多包容一下。江妈妈叮嘱道：“月儿很好。” 请您和爸放心。说了一会儿后，电话挂了。陆玉和妈妈说的话，他都听到了。陆玉付了钱后，看向江月：“我们在院里走走。”江月点点头：“今天辛苦你了。”听到陆玉的话，江月摇了摇头：“不辛苦，那些年比这辛苦的事情多了去了。这只是做一顿饭，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人帮忙。以后做饭的事我来。”陆玉开口道：“你不喜欢吃我做的饭吗？”江月抬起头，目光直视着陆玉。陆玉嘴角带着笑容说道：“喜欢极了，只不过我怕你累着，我不累。” 以后我做饭，你洗碗。江月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重活一世，他对于洗碗还是有些不喜欢。听到江月的话，陆玉点头：“好，以后你做饭，我洗碗。”虽然他这么答应了，但是陆玉还是打算以后多帮媳妇做些事情，让媳妇不要累着了。等到他们走了一圈，回到家里的时候，客厅和厨房里早就收拾干净了。谢谢大家，谢谢嫂子。江月和陆玉向众人道谢着：“该我们谢谢你们才是。”江同志的手艺好极了。唐招娣几人笑着夸赞着。一番道谢过后。 江月用油纸把切好的火锅底料装出来，送给了几位嫂子。众嫂子们连忙道谢。众人离开后，房间里就只有江月和陆玉了。察觉到陆玉目光紧紧地盯着自己，江月有些不自在。他想起了秦香的事，江月说道：“秦香有消息了吗？”听到媳妇儿问起秦香，陆玉回答道：“现在还在调查，公安那边说，要是有消息了，会立刻通知我们。通知秦香家里了吗？”陆玉点点头：“已经通知了。”看到江月低着头，陆玉以为江月是自责，说道：“她失踪的事不是你的错。” 你别怪自己，公安会调查清楚，把人给找到的。听到陆玉安慰的话，点了点头。看到媳妇沉默着，陆玉伸出手握着江月的手。这次秦香失踪的事，陆玉觉得有问题。他自然是听说过火车上有人贩子的事，他们的人还和公安一起联合打击过。而这一次秦香突然失踪，这件事情要仔细的调查。若不是媳妇恰好走开了，那些人贩子会不会对媳妇下手？一想到这个画面，陆玉心里的杀意更大了。一定要把这些人贩子都给抓捕了，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宁。 以后你去镇上或县城，一定要和嫂子们一起去，不能单独出行。第二十四章，传言江月失踪了。京城，陆杰牵着女儿儿子走进屋子里，对着陆妈妈说道：“妈，我听说江月要和弟弟离婚。”听到陆杰的话，陆妈妈的眉头皱了起来：“你从哪里听说的？这事情在大院里都传遍了，说的可难听了。”陆杰很是生气：“我弟弟那么优秀，江月根本就配不上我弟弟。要不是爷爷奶奶他们坚持，江月怎么能进我们家的门？他居然还想离婚！”陆妈妈自然也听说这件事情了。 他一开始就不喜欢江月，他觉得江月配不上他儿子。江月才是一个高中生，被江家娇生惯养的，脾气还那么坏，拗不过公公婆婆，丈夫还同意这事。他虽然不同意，但也没有多拦着。你弟不想离婚，听到妈妈的话，陆杰更生气了。妈，你说弟弟是怎么想的？那么多大学生，还有那么多好姑娘，他都瞧不上，偏偏同意和江月那个臭丫头结婚。这大院里比江月好的姑娘多了去了，弟弟却偏偏一个都没看上。我听人说，江月去襄城找弟弟离婚去了。 陆杰又说道：“他是去了襄城。”陆妈妈也听到了这个消息，那可太好了。等我弟和他离婚，妈你一定要告诉我。陆杰都想好了，要给弟弟介绍谁当对象。事情没结束前，你不要去外面嚷嚷。”陆妈妈警告着大女儿。陆杰笑着点头：“您放心，我知道的。”陆妈妈如今也在想着，等儿子离婚后，给儿子介绍一个好的。叮铃铃，电话铃声响起，陆妈妈接过电话：“嫂子。”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陆妈妈很是高兴：“刘娟，你回京城了没有？我还在江城。” 我今天听到了一些事情。电话那头的好友说起了他听到的事情。今天我在单位听到说有京城到襄城的小姑娘在火车上被拐卖的事。那小姑娘好像是叫江月。什么？陆妈妈听到这事，脸色立刻就变了。江月被拐卖？这怎么可能？现在江城这边的公安和襄城的公安派了好些人都在寻找那个姑娘的下落。不可能！陆妈妈连忙否认着。要是这事是真的，她昨天就应该听到消息了。是真的，这件事情省里都下了命令，说是一定要把人给解救出来。陆妈妈听到这话。 心里也有些着急了，难不成江月真的被拐卖了？陆妈妈和刘娟说了几句话后，立刻给人打着电话询问着：“喂，梁姐，我想询问一个事。”陆妈妈连着打了好几个电话，有的说不清楚，而有的说是有一个京城的女孩坐火车去襄城失踪了，现在正在查找。听到这话，陆妈妈更加坐不住了。要真是江月出了事，那陆家的名声可就丢尽了。陆妈妈再也坐不住，给陆爸爸打了个电话：“老陆<鹿>，夫人好，首长现在不在，有什么话您需要我转达吗？” 等他回来，请他给我回个电话。第二十五章，因为结婚的对象是他，江月拿着大铁桶朝着厕所里走去。没多会儿，他提了一壶开水，准备倒在大铁桶里。我来。陆玉提着开水壶，把热水倒进铁桶里，又打开水龙头兑了一些冷水，感觉水温可以了，才停止添加冷水。一桶水够吗？听到陆玉的话，江月摇摇头。我还想洗头发，估计还得要一瓶水。陆玉去了客厅，拿了另外一个铁桶过来，又倒了一桶水，兑好后拿了过来。我再烧点水，要是水不够。 你和我说。陆玉说完，转身进了厨房。江月抱着干净的衣服进了厕所，痛痛快快的洗了头发，洗了澡后，江月换了衣服，用毛巾包着头发走了出来。出来后，看到陆玉坐在沙发上，陆玉吹。江月突然想起，这个时候哪有什么吹风机，他连忙把没说完的话咽了下去。嗯。陆玉听着江月的话，抬头看着江月，看到她穿着一套白色的纯棉睡衣裤，头发用毛巾包着，明明是非常简单的打扮，可在他眼里却是好看的不得了。 江月低下头，搓着头发。这样的天气没有吹风机，头发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干，只能拼命的搓了。陆玉看到江月低着头，用毛巾搓着头发，他走上前，接过江月手里的毛巾。嗯。江月疑惑的看着陆玉，陆玉没有说话，双手用毛巾帮着江月搓着头发。江月看着陆玉，两人的距离非常近，在灯光下，他都能看到他脸上的汗毛，还有他那如寒潭一般深邃的眼睛。他正专心致志的给他擦着头发，看着他动作轻柔的模样。 江月的心像是灌满了蜂蜜水一样，他当初太蠢了，信了秦香的那些谎言。他是这般正直、善良的人，绝不可能做出那些事情来。秦香怀孕的事也绝不会是真的。这么一想，江月心里越发的难过了。是他对不起他，他对不起。江月开口道。陆玉听到江月的话，低下头看着江月，突然说：“对不起，做什么？是我听信了别人的话，误会了你。听信了别人的话。”陆玉的眼神变得深邃了，他已经猜到了一些。刚开始，他愿意和他结婚。 是他不想去下乡，也因为两方的爷爷奶奶坚持说要他们结婚。他本不想结婚的，但因为结婚的对象是他，他才动了结婚的念头。他在结婚之前和他说过好些要求，他都答应了。分房睡，没有他同意前，他绝不能碰他。结婚后，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不许让他做。他说的那二十多条要求，他都牢记在心里的。陆玉继续给江月用毛巾擦着头发，而江月没有听到陆玉的回答，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他是不是生气了？觉得自己以前做的太过分了？ 江月一抬头，他的嘴刚好和陆玉的嘴碰上，江月的眼睛猛地睁大，他想退开，可陆玉却伸手揽住他的腰，把他搂紧了。陆玉的唇压了下来，江月猛了一下，被陆玉抱得更紧了。第二十六章，江月的打算。他被亲得有些晕头转向，他的手也抱住了陆玉。过了一会儿，陆玉松开了江月，看着脸色通红的江月，陆玉低下头，用额头碰了碰江月的额头，声音温柔的说道：“傻丫头，你不会换气啊？”被陆玉一说，江月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她狠狠地瞪了陆玉一眼。 踩了他一脚，陆玉没有避开他的脚，发出了一声闷哼声。江月愣了一下，难不成他下脚太痛了？你没事吧？听到江月的话，陆玉笑着摇头，继续拿起毛巾给江月擦着头发。过了许久后，陆玉停了下来。好了，陆玉笑着说道：“你先回房间去被子里坐会，再过会再睡，这样头不会疼。”听着他的叮嘱，江月乖巧的点头。江月直接回了房间里，以前的他会把房门给关上反锁，但现在他没有关上房门，而是直接坐上床。陆玉。 天气冷了，你不要睡沙发了，今晚睡卧室。江月说完这句话，感觉脸更红了。他把被子扯过来捂在自己脸上。哐当，客厅里响起了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江月听到声音，掀开被子，穿着拖鞋朝着门口走去。怎么了？陆玉立刻回答道：“没什么，我马上收拾好。”陆玉此时的心砰砰砰的直跳。他刚才听到媳妇的话，吃惊激动的把铁桶给掉地上了，水也洒到地上。江月看向客厅，地上满地的水，你没烫着吧？ 江月走到陆玉面前，仔细地看着他。没事，你快进被子里去，别冻着了。陆玉说完，用抹布抹着地上的水渍。江月看着陆玉的模样，笑了起来。要是他没看错，他现在是害羞了，耳朵都是红的，脸上也红了。想到前世他和他第一次在一起的模样，江月的脸又红了。两人都是第一次，结果江月的脸更烫了。他转过身，拍了拍自己的脸颊，胡思乱想什么呀？坐到床上后，江月看了一眼屋子里。这个时候晚上可真无聊啊，以前可以看电视，还有手机。 交通通讯都是极为发达的。书桌上空荡荡的，不远处的书架上倒是有不少的书。江月走过去，看到好些是军事方面的书。江月随意翻了一下，这时候除了这些书，就是红书，还有一些农作物种植什么的。其他的书如今都不能摆出来，更不能明着看。他来这边后，做个什么事情好呢？江月可不想天天都在家里等着陆玉下班。他还年轻，他不想早早的生孩子带娃，每天都围绕着这些事情转。想起后来上的大学，江月决定好好复习。 之后还是要考个大学，可现在离考大学还有好几年，现在做生意的话也太早了。现在都是集体经济，还有黑市不允许个人买卖。如今换个东西也只能是悄悄的换，菜市场那些村民们也都是悄悄的，并不是天天都在卖。若是被查到，就要被抓进去蹲几天。种菜卖这个太费力，也太费功夫。第二十七章：家破人亡的仇恨。去做翻译，这里离市里要一小时，机会肯定是有。不过他现在去一趟市里也不容易，等下次去市里的时候。 他去找找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要是能行，他也能多个收入。至于当军医，想起以前的工作，江月叹了一口气。如今他只是一个高中毕业，谁会相信他会多少医术？如今在外面人眼里，他学的那些医术是和奶奶、姑姑他们学的，可能也就是和乡下的赤脚医生差不多吧。他如今要是想当个军医，倒不是难事。可他刚回到这里，还想着多和陆玉相处。突然，江月想起了一件事，就在这几天，陆玉好像出了一个任务。后来一个多月后，陆玉才回来。 那时候，他从小山村里逃了出来，来找陆玉，却被人传出他已经不清白的传言。而他在来襄城的时候，把家里给他在襄城文工团的工作给了秦香。秦香在文工团里的几个好友都嘲笑过他，说过很多难听的话，还针对过他。对于文工团，江月是有些不喜欢的。秦香如今也算是自食恶果了。不知道为什么，江月有一种预感，他觉得秦香不会这么容易被收拾掉的，要不了多久。 秦香就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和秦香的仇，这一生一世都不可能解开。想到爷爷奶奶被气死，爸妈吵架，家里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可以说是被害得家破人亡。不仅如此，江月还怀疑他家里出的这些事情，不只是秦香，应该还有其他人的参与，不然就凭秦香也不可能闹腾成那样。想到这，江月打定了主意，这个工作他要去退掉。听到动静，江月抬起头，看到陆玉穿着短裤和背心走了进来，头上的头发已经擦干了。这么冷的天。 他穿这么少，不冷吗？陆玉看到江月的表情，却以为江月是改变主意了，不想让他睡。他脚步停下了，开口道：“我去睡沙发。你”你谁让你睡沙发了？江月瞪了陆玉一眼，这个笨蛋。陆玉听到江月的话，这才知道他误会了。他露出笑容，说道：“抱歉，我以为……”看到江月还瞪他，陆玉连忙改口：“你是有什么事想和我说吗？”江月说了想把文工团的工作退回去的事情。陆玉愣了一下，这件事情他也是知道的，而且。 这里面也有他的推动。他之前立了一个功劳，上面问自己想要什么。文工团的工作是这边所有工作里最光鲜亮丽，也是最受人喜欢的工作。但没有真本事的人很难进去，除非是走后门搞特权。退了文工团的工作，你有什么其他的打算？陆玉是怕媳妇后悔，他这辈子从没走过后门，为了媳妇儿他破例了。当然，这也不叫走后门，他是用功劳换的。更何况媳妇唱歌跳舞样样都好，而且还有岳父岳母的关系。文工团的团长。 也是知道媳妇儿的，看过媳妇儿以前的表演。第二十八章，想去读大学。我打算在家里学习，等过几年去读大学。陆玉是军校毕业的，在读军校时就曾出过几次任务，后来这几年也经常出任务，是大院里人人称赞的优秀军人。他当然要读大学了，不过江月不想再当军医了，太累了。听到媳妇儿要去读大学，陆玉微微有些惊讶。他并没有想着把媳妇儿绑在身边，时时刻刻都陪着他。他一年里有好几个月要出任务，媳妇儿有他自己的生活。 有他自己的事情，只不过读大学的话，襄城如今的大学并不是特别好。难不成媳妇是想回京城去读大学？要是媳妇想读大学，陆家和江家都能拿到推荐名额。可现在媳妇刚来这里，等等，媳妇刚才说的是过几年再去读大学。陆玉的心情顿时就欢喜了许多。好，都听你的。这文工团的工作不要也罢。媳妇每天去训练得花好几个小时，听说里面还有各种勾心斗角。听到陆玉的话，江月心情更好了，他同意他的决定了、啊。 你不觉得你老婆没有工作会被人瞧不起吗？老婆，陆玉听到这两个字，立刻明白意思。他笑着说道：“我能养得活你，你不需要去工作，你只用开开心心的就好。”之前在那边的时候，他的津贴和工资非常多，每次出任务后也能得到一笔津贴。他这些年赚的钱都存着的，更何况他给秦丽他们还投资了。如今秦丽他们生意做得不错，每年的分红也有一笔不小的钱。江月激动地抱住陆玉，开心地笑了。他知道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当初他要离婚，他还给了他一笔钱，那笔钱在现在来说可是巨款，可当时的他很是生气，把那个存折给撕了。陆玉，你真好。陆玉的身体一震，整个人都有些手足无措了，但他又怕媳妇摔着，右手放在江月身后挡着。江月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明天我去文工团把工作退了。好。陆玉的喉咙有些干，声音也有些涩。突然，江月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他他那里。江月猛地松开陆玉，直接跳回床上。 用被子包着自己。陆玉看到江月的反应，他傻了。他本来控制着自己，可是媳妇一直在他面前摇晃着，而且两人穿的衣服极少，媳妇身上的清香味又一直往他鼻子里钻，他感觉所有的热气全都涌向一处。他，我困了，我睡了。江月的声音从被子里传了出来。好，江月躲在被子里，脸红红的。她虽然想着好好和陆玉过日子，可她这，她一下子就害羞了。看着被子里躲着的媳妇，陆玉深呼吸了几下。 压制着身体的骚动，可怎么努力都没有用。陆玉朝着外面走去，没多会儿，厕所里响起了洗澡的声音。江月想起刚才的热水只流了一壶，陆玉已经洗过了，现在又洗，他在洗冷水澡。第二十九章，退掉文工团的工作。江月心里是又心疼又有些生气，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后，江月睡着了。江月刚睡着没多会儿，陆玉就走了进来，他抱了另外一床被子进来。他以前的自制力可是极好的，可现在遇到媳妇儿却全都破功了。陆玉倒是想抱着媳妇儿睡。 可他刚才就那样了，如今媳妇儿刚改变主意，要是吓着媳妇儿，媳妇儿跑了，他哭都来不及。再等等。陆玉把被子轻轻的放下后，也躺了进去。江月是听到起床号醒来的，他发现他睡的位置是陆玉的位置，难不成他又睡的沙发？看到床上多出来的一床被子，还有多出来的枕头，江月笑了。陆玉，江月开口喊着陆玉媳妇，馒头和粥都在锅里，你睡醒后再吃，我先去单位了。听到江月的声音，陆玉走了进来，看着像是睡美人一般的媳妇儿。 陆玉的声音更温柔了，他低下头亲了江月一口，快步走了出去。陆玉离开后，江月又睡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已经是九点多了。江月洗漱过后，吃过早饭，换了一身衣服，背着小挎包走出了家里。江同志，你这是去哪？有嫂子看到江月出门，好奇地问道：“我去一趟文工团。”江月回答道。江月到了文工团后，看到文工团里非常的热闹，好些女孩子正在练习着。同志，你好，我想找刘团长。同志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听到江月的名字。 哨兵立刻去禀报了，没多会儿，江月就在别人的带领下去了刘团长的办公室。刘团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模样也是极好。刘团长好，小江同志来了。刘团长以为江月是来报道的，很是高兴。等你好几天了，都安顿好了吧？听到刘团长的话，江月开口道：“刘团长，我不是来报道的，我是想把这个工作退回。”听到江月的话，刘团长急得立刻站了起来：“退回？你不来文工团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若是有什么困难，你给我说。” 我们想办法解决。江月摇摇头，说道：“没有困难，只不过我想在家里学习，以后去读大学。”听到江月想去读大学，刘团长愣了一下，随即反应了过来：“小江同志，你想进步是对的，但现在你还没有去读大学，可以来文工团啊。等你读大学时再去读大学。江月可是个好苗子，刘团长不想错过。谢谢您的好意，这个工作本来也不是……谢谢您的好意。”江月一直推辞着，却没想到刘团长却让他回去考虑一星期，等想好了再来回话。 江月从文工团离开时，训练的那群小姑娘刚好走了出来。众人看着江月，低声议论了起来：“这是谁？她不会也是来文工团的吧？她长得可真好看啊！哪里好看了？比萧怡差远了。”有人想和江月说话，江月却没有理会他们。第三十章碰瓷。江月回到家属院时，看到好些人围在一起，有人哭哭啼啼的，还有人在劝说着：“江同志回来了。”江月疑惑：这些人这是在做什么？江月走过去，看到哭闹的人是张玉。看到张玉的模样，江月惊讶了。 这种成猪头脸模样的人是张玉。看到江月惊讶的模样，张玉想起昨天晚上疼得一晚上没睡好，今天又被众嫂子们指点为观，他心里的怒火顿时更大了。江同志，张玉说是吃了你家的东西变成这样的，你怎么说？江月听到声音，目光看向说话的人。这是肖团长的老婆。看到肖团长老婆旁边的人时，江月收回了目光。黄如是在市里的一个工厂上班，有一儿一女，如今儿女都在读高中。黄如身边站着的是肖姨，肖姨是肖团长的侄女。 也是肖副师长的女儿，是文工团里的一枝花。听到张玉的话，黄如看了江月一眼。黄如每天都会回家属院里来，但他工作很是忙碌，平时和家属们打交道也不多。对于江月的大名，他自然是听说过的。江月之前可是成了团里的反面教材，他家老肖回家后好些次都叹着气说：“陆玉那么好一个人，怎么找了个这样的媳妇？”他今天带着侄女在院里散步，张玉带着人找上他。听到黄如的话，江月脸上露出浅笑：“您是？这是肖团长媳妇。”有人大声的说道。 黄如抬起头，脸上带着笑意，却不及眼底。嫂子好，我不明白您意思。江月知道张玉想碰瓷，这是找了黄如，想让自己赔钱。黄如没想到江月明明知道他的意思，却装作不懂的模样，心里对江月的看法更不好了。张玉吃了你家的东西，变成了这样，你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这脸肿成这样，若是不及时治疗，怕后果不堪设想。黄姨的话一出，好几个嫂子附和着：“嫂子说的对，这脸要是毁容了，这辈子就完了。江同志，你就带张嫂子去医院看看吧。”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江玉以前就知道，家属院里好些嫂子们认为她是资本家的女儿，觉得她成分不好。再加上之前她闹腾的那些事情，众人对她的看法都不好，所以张玉此时才敢碰瓷她。昨天好些嫂子都在，也都听到我说那东西太辣，不能直接吃，要加水煮菜煮肉的话了吧？江月的话一出，张玉有些心虚的低下头。他当时确实听到了，可江月做的那东西太香了，又放了那么多的牛油，更何况那么多人昨天都吃了我家的菜，都好好的，所以。 不是我家的东西有问题，他这样是他自己的问题，我自然不会负责。没错，我昨天也吃了江同志家的东西，我一点事情都没有。我也吃了，我也吃了。林玲和周巧、杨红几人都站了出来。黄茹的脸色有些阴沉，他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帮着江月说话。他在市里的工厂里当办公室主任，平日听的都是好话，回来家属院里也被人捧着。第三十一章让张玉吃黄连。张玉听到江月和其他嫂子们的话，放声大哭了起来。哇，老天爷，我可怎么办呀？ 我不如去死了算了。江月看着张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模样，他目光越发的冷漠了。张嫂子，你可不能犯傻呀、啊，嫂子会为你做主的。黄如这会儿心里的火气蹭蹭蹭的涨了起来。以前还没有人敢不给他面子，现在江月这般直接的拒绝，他的脸往哪里搁？要是这件事情没处理好，其他的人会怎么看他？江同志，这件事情确实是因你而起，你带张玉去一趟医院，看医生怎么说，把事情给解决掉。男人在前方保家卫国，我们可不能拖他们的后腿，要注意团结。 张玉听到黄如的话，心里感激的不得了，也越发的得意了。这可是团长夫人都在帮他说话，江月这一下肯定要赔钱给他了。听到黄如的话，江月脸色更冷了。他没想到黄如这般的拉偏架，扯这么大的旗。他要是不同意，那就是不团结同志，不友爱，拖了陆玉后腿。他虽然想改变众嫂子们对他的看法，但他也不是个愿意受委屈的人。嫂子这话，我却不赞同。我请嫂子们吃饭，就是团结同志。正好我会点医术。 张嫂子这样是上火引起的，吃点黄连泡水喝就可以了。江月会医术，黄如听到后有些不相信。不是说江月是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医生如今可是很受人尊敬的。张玉更是不相信了。虽然他不知道黄连是什么东西，但是江月怎么可能会医术？若是张嫂子愿意，我可以送点黄连给张嫂子喝；若是不愿意，就拉倒。要他赔钱给张玉是绝不可能的。黄连，有几个听说过黄连、喝过黄连水的嫂子，想起那黄连的味道，忍不住抖了一下。 不过他们倒是听说过，黄连确实是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而且黄连可不便宜，一小块就要好几毛钱，一小包都要一两块钱。黄如本来还想说些什么，听到江月说送黄连，他在心里思考了一会儿，决定同意这个意见。若不然，江月什么都不愿意出，这件事情就更不好处理了。张玉，你同意吗？张玉听到旁边的嫂子说黄连很贵，确实是降火解毒的好东西，他顿时就想到了传说中的人参，这东西说不定和人参是一样的。多谢嫂子。 我同意。张玉觉得能得几块钱的东西，那也可以，不然什么都得不到，可就丢大脸了。而且肖团长家的嫂子脸色有些难看，他可不能得罪了。听到张玉同意，黄如脸色好看了许多。既然这样，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大家以后可要团结友爱，不要闹出事情来，惹出麻烦。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害人害已，影响你们男人的工作，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说这话的时候，黄如还特意看了江月一眼。第三十二章。 陆玉送的梅花手表，江月脸上带着一丝笑容。既然没有其他事情了、啊，那我就走了。江月说完，也不理会其他人，朝着家里走去。看到江月这般模样，黄如的脸色又黑了一些。张玉大声的说着感谢的话，黄如的脸色也有些难看。唐招娣和玲玲几人快步朝着江月的方向走了过去。江月回到家里，把包放到卧室的柜子上，倒了一碗白开水，喝了一大口。咚咚咚，听到敲门声，江月走到门口，打开门，看到是唐招娣和玲玲几人，笑着打开门。 江同志，你别难过，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不是你的错。众嫂子们开口安慰着江月，他们也不好说其他的话，只能安慰一下江月。嫂子，没事呢，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江月走到柜子边上，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小块黄连。上次他过来时上火了，陆玉买了一些黄连给他。这东西非常的苦，要想降火得喝上好几天，非常的苦。江月弄了一点儿，泡了一碗，拿出买的小杯子倒了一点儿，你们尝尝，确实是降火用的。唐招娣接过。 轻轻的抿了一口，他的脸苦成了一团，这东西也太苦了吧！林玲,玲也好奇的尝了一口，整个人都抖了一下。杨红和周乔几人看到这模样，都不敢再尝了。唐招娣和林玲,玲几人顿时明白了江月的意思，几人都笑了起来。江同志，你可真是太聪明了！以张玉的性子，这黄连就是再苦，可听说这得花不少钱，张玉肯定捏着鼻子都会吃掉。没多会儿就到了十一点，江月想起陆玉给他买的那块手表，从柜子里翻出来，这是一块梅花手表。 价格要二三百块，相当于陆玉一年的工资。那时候的他有长辈们送的其他手表，对于这块手表自然是不喜的。如今看着他，却越看越好看。江月快速的把饭煮好后，开始炒菜：一个鸡蛋汤，一个青椒炒肉，一个冬瓜肉末汤。陆玉回来后，看到桌上的饭菜，他心里暖暖的，媳妇儿又给他做饭了，快吃饭吧。陆玉吃了三大碗饭。吃过饭后，江月说起了今天的事情。听到黄如让江月送张玉去医院时，陆玉的脸色变得严肃了。 我答应了送他一些黄连，你待会儿去军医那里买一些，我直接送去给他。陆玉没有答应，而是看着江月这件事。江月看到陆玉生气的模样，解释道：“他是个贪心之人，这黄连正适合他。”听到江月的话，陆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点了点头。以后这种人不要再来往了，你不必委屈你自己。媳妇儿为了他才宴请这些人，没想到却是这么一个人。不只是张玉不来往了，徐家那里除了公事，他也不会再多接触。你先午睡，我去买东西回来。 陆狱，出门十多分钟后就跑了回来，看着油纸包着的黄连，江月笑着接过，我把东西送过去。第三十三章，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听到敲门声，张玉打开门，看到江月走了过来，他并没有请江月进去，而是用身体挡在门口。江同志，张玉压低声音看了一眼屋内黄连。张玉接过袋子看了一眼，谢谢江同志。张玉还想说什么，江月转身就走了。张玉看着江月的背影，他刚才好像看到江月戴了一个手表，和之前那个不一样。之前江月戴的手表。 听说要好几百块钱，现在这个也得几百块吧？果然是资本家的小姐，生活奢侈，贪图享受。张玉看着这袋黄连，心情也更郁闷了。这么有钱，居然只给这么一点。徐家听到摔摔打打的声音，打开卧室的门，看着张玉：“谁来了？”“是江同志送东西来给我。”听到张玉的话，徐家觉得有些不对劲：“你是不是又去找人家讨要东西了？”听到徐家的话，张玉脸色瞬间就难看了：“什么叫又？这是他送给我的。”看着张玉这个脸，徐家深呼吸了一下。 说道：“我给了你二十块钱，你去医院看看。要是钱不够，就再和我说。给你说了多少次，你不能吃辣的，就少吃点，不要吃。你脸肿成这样，像什么呀？你是觉得我难看了，还是觉得我丢人了？”张玉顿时就气了，屋子里传来了吵架的声音。江月刚回到家里，就听到那边传来吵架声，他也没有理会，回了屋子里。陆玉正坐在沙发上，媳妇听到陆玉的话，江月看着他，陆玉拉着江月的手，抱着江月坐在他腿上。你有事要和我说？听到江月的话。 陆玉点了点头。明天我要出任务，多久能回来？现在说不准。陆玉的目光看着江月。之前他过来时，他也是出任务了，他很生气。这次又要出任务，离开这么长时间，他怕他又会生气。你在外面要多加小心，不用担心我。江月看着陆玉，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江月知道他有他的责任，他要保家卫国，保护人民安危，他不能拖他的后腿，更不会埋怨他。但他希望他好好的，平安归来。听到江月的话，陆玉握紧了江月的手。我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江月听到陆玉的话，目光紧紧的盯着陆玉：“你说到要做到，否则我绝不会原谅你，一定说到做到。”陆玉看着江月，保证道：“他一定会好好的，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他的。”衣柜的抽屉里有存折，你要是想买什么东西，就去拿存折取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省着用。我手里还有钱。他带着存折出来了，而且他身上也还有两三百块钱。陆玉之前给他的钱也在衣柜里放着，他并没有拿走的。陆玉正准备说话时，看到江月手上戴的手表，他眼神立刻就亮了。 这不是他给媳妇买的手表吗？之前媳妇一直没有戴，今天却戴上了。陆玉把江月的手拿近一些，脸上的笑容更大了。第三十四章，热水带红糖水。萧团长家，黄如脸色还是有些难看。萧姨开口安慰着黄如：“婶婶，您别气坏了身子。”那陆营长也不知道是什么眼光，居然看上这样的女人。那江月除了一张脸，其他还有什么？黄如的目光又看向萧姨丈夫的这个侄女，要相貌有相貌，要才华有才华，如今更是文工团里最出众的。陆玉真是脑子糊涂了。 之前他和老肖都想把萧姨介绍给陆玉，却没想到陆玉说已经定下了亲事。他们一开始是有些不相信的。其他的领导们也给陆玉介绍对象，可陆玉都拒绝了。后来他们也打消了这个念头。陆玉打结婚报告的时候，他心里是好奇的，想知道陆玉妻子是什么人，却只知道是京城的人。等江月来了家属院，在家属院惹了众怒。后来听说江月是资本家的小姐，确实像。前几日听说花钱大手大脚，之前又各种闹腾，除了资本家的小姐。 还能是什么？萧姨低着头，她的手紧紧地捏着拳头。陆玉拒绝和她相亲，她心里很是难过。后来陆玉打结婚报告的时候，她更是哭了一场。她一直想知道是什么人嫁给陆玉。之前江月过来时，她跟着团里出去演出了，并没有见到江月本人。后来听说过江月的一些事情，如今看到江月，她觉得江月和陆营长不般配。江月好是好看，可这般闹腾会给陆营长带来麻烦，会影响陆营长的前途。之前她还听说江月要和陆营长离婚，可这几天。 又听说他们和好了，这江月到底是什么来历？我问了好些人，也没有问到。黄如不悦地说道：“他要再找人问问，看看这江月到底是什么人。这般目中无人，这家属院有江月这样的人，家属院越来越不像个样子。”晚上刚洗过澡，江月就察觉到她的肚子开始疼了。江月这才想起，她就是这几天来月事。她快步地跑进卧室，打开行李箱，拿出里面缝制好的棉布条。现在没有卫生棉这些东西，棉布条是奶奶给她缝制的，有一大包。 这些够他用两三个月的了。拿着棉布条，江月又进了厕所。媳妇，你怎么了？陆玉关心地问道。江月的脸红了，说道：“我那个要来了，那个要来了，什么要来了？”陆玉愣了一下，好一会儿后才明白过来。他没有说话，而是去了书房里，从书房的柜子里拿出了一个暖水袋。陆玉把暖水袋灌满开水后，塞紧盖子，递到江月面前：“这个你放到肚子上会暖和很多。”江月看到暖水袋，惊讶了。江月正准备说谢谢，又看到陆玉在客厅的柜子里拿出一块红糖。 放在搪瓷缸里泡了一杯水，搅拌了一会儿后递过来。他个大直男，居然连这个都知道，还会做。谢谢江月看着这一杯红糖水，喝过红糖水后，抱着热水袋，感觉肚子的疼瞬间就好了。第三十五章，舍不得他离开。这一晚，江月沉沉的睡着了。听到起床号的时候，江月睁开眼睛，喊着陆玉。陆玉出现在门口。你什么时候出发？江月问着陆玉。马上。江月掀开被子，像个小炮弹一样快步朝着陆玉跑去，用力的抱着他。 陆玉，你要早些回来，要平安活着回来见我。陆玉的手轻轻的抱住江月，声音坚定的说道：“媳妇，我会尽快回来，我答应你，一定好好的，平平安安活着回来见你。”江月嗯了一声，她的脸贴在他胸口。他这一去又得一个多月，他真的很舍不得，舍不得。陆玉的手也紧紧的抱着江月。以前他一个人的时候，不管出什么任务，他都是无所畏惧。可现在有了媳妇，他突然就牵挂、思念了。江月突然松开陆玉，朝着柜子走去，打开他的行李。 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给你。陆玉接过照片，看到上面穿着军装、甜美笑容的江月。陆玉接过照片，放在胸前的口袋里。陆玉摸了摸江月的秀发，说道：“天冷，你快回床上去。若是有机会，我给你打电话。”好。江月本想送陆玉出门，但陆玉不准许，把他用被子包裹着，低下头，狠狠地亲了江月一会儿，才快步离开。再不离开，他都怕他舍不得离开了。听到关门声，江月的眼泪瞬间就落下了。 刚才他一直强忍着泪水，就怕哭出声来，怕他会忍不住，叫他不要去了。可他们都是军人的儿女，知道军人的使命，他有他的责任。江月感觉到身体有些虚弱，没多会儿又睡着了。等他醒来后，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九点多了。现在这时候，不像是几十年后买东西方便，各种零食什么的多。屋子里还有一些饼干什么的，但江月这会儿不想吃。走到厨房里后，却发现锅里放着一碗面，还有两个煎鸡蛋。陆玉的手艺一般，可此时他吃着。 却觉得这个味道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面了，因为里面满满都是爱。刚吃过饭，江月打算去洗衣服，却发现衣服全都不见了。他走到院里，看到衣服全都晾晒好了。正当江月准备走回屋子里时，听到张玉在和人说话：“张嫂子，你这端的是什么？这啊，是江同志送我的黄连，我特意弄了一大杯呢。”张玉昨天晚上没有吃黄连，这会儿特意拿了一大块，用洋瓷缸泡了一大缸，拿出来显摆。嗯，张玉特意喝了一大口。 顿时觉得一股气从心里直冲头顶，那股味道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明明想吐出来，可是却不小心咽了下去。啊！张玉大叫了起来。对面的嫂子看到张玉的模样，吓了一大跳：“张嫂子，你怎么了？哭哭死我了！”张玉脸皱成一团，整个人手舞足蹈的，龇牙咧嘴的模样，让旁边的几个嫂子都有些懵了。这个黄脸苦的要死。张玉连着呸了好多下，可那味道还是难受极了。第三十六章去县城。京城。陆妈妈看到陆爸爸回家。 立刻问了起来：“老陆，我听说江月失踪了。”陆爸爸在沙发上坐下，皱起了眉头：“谁在胡说八道？江月好好的。”听到丈夫的话，陆妈妈满脸怀疑。可外面都是这样说，江月现在在月儿那里，好好的。陆爸爸说完，没有再多说什么。可陆妈妈却觉得陆爸爸是在瞒着她，江月一定是出事了。若不然，老陆怎么会这般不耐烦，一点都不想多说什么？陆妈妈倒是想给陆玉打电话，但是之前因为江月的事情，她很是生陆玉的气，现在打电话过去，儿子也不会听从自己的。 他再等等，看陆玉会不会跟江月离婚。想到这，陆妈妈决定给娘家的弟弟打个电话。陆妈妈出了家里，去大院外面的小卖部打了一个电话：“喂，姐，你有什么事？”电话那头的江木问着陆妈妈。江妈妈把事情说了，让他找人调查一下香城的事。不过江妈妈并没有说江月失踪，只是说有个好友的女儿前几天去香城的时候，在火车上失踪了，一定要帮忙把人救出来。江小舅舅如今是在江城工作，离香城那边也不远，黑白两道都认识一些人。姐。 我这就找人去，你放心，一定把人给你救出来。家属院里，江月看着张玉鬼哭狼嚎的，没过多会儿，还是把那一大碗的黄连水喝下去了。江月浑身抖了一下，这张玉可真是个奇葩，苦成那样，只因为这东西值钱，所以就喝了。而张玉远远的看到江月转身离开，他想起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江月而起，心里更加恼怒了。他每天这么为家里付出，男人却怪他贪小便宜，说他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可江月呢，明明做了那么多错事。 陆营长却对江月好的不得了，不就是因为江月那张脸吗？想起之前听到的一些传言，张玉心里又有了主意。江月回到屋子里后，看着到处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他心里又想念陆玉了。明明他才刚离开没几个小时，想起文工团的工作，他如今在家属院里每天做个饭吃，没有娱乐活动，也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视，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江月想去县城买点书回来，不只是英语类的，还有医学的。虽然他不想再当医生，但这门东西也不能荒废。 说不定以后也能派上用场。江月刚走出门，就遇到了唐招娣和玲玲几人。江同志，你这是要出门？我想去县城的书店里看看。如今县城里的书店卖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江月不只是想去县城的书店，也想去县城收废品的地方看看。如今收废品的那里应该还是有一些好东西的。听到江月的话，唐招娣提醒道：“团里的车上午去县城的已经走了，你要去县城就只能等中午的。”江月听到唐招娣的提醒，这才想起来这件事情。第三十七章：县城书店。 随意吃了点中午饭，江月换了一套军绿色的衣服。他现在虽然不是军人，但家里的军人非常多，父亲和叔叔他们，还有哥哥、堂哥他们，都曾送过他军装，都是他的尺码的，是他们新发下来的军装，找人换成了他的尺码，而他们却穿着旧的衣服，哪怕坏了，也只是缝缝补补。到了集合点，江月坐上车，看到车上已经有不少的人了。黄如和萧姨也坐着车去县城，看到江月，黄如脸色微变，冷冷的看了江月一眼，等着江月和他打招呼。嫂子，江月看到黄如后。 打了一声招呼，又看到周巧和杨红，他的笑容更真心了一些。黄茹冷着脸，没有理会江月。江月看到黄茹那冷脸的模样，收回了目光。他一直是个有傲气的人，自小被家里人团宠，嫁给陆玉后，也被陆玉和陆爷爷、陆奶奶、陆爸爸他们宠着。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自小教他要有礼貌，但也教他受了委屈一定不要忍，一定要说出来。江玉和周巧、杨红打着招呼，两人看到江月也热情地打着招呼。江同志，你去县城还是市里啊？ 我去县城书店买些书。听到江月的话，黄茹的脸色又变了。他们今天也要去书店，他打算给儿女们买书，而侄女萧怡也想买几本舞蹈方面的书。没想到江月居然也要去书店。没多会儿，车子就开动了。江月坐在窗户边上，看着车外的风景。现在已经是十一月多了，外面的枫叶红了，山里的好多树木的叶子也黄了。田地里能看到一些人正在忙碌，还有一些小孩子在马路上奔跑。坐了半小时车，就到了县城。车子在最繁华的一条路上停下。 下车的战士照旧和嫂子们说着，请大家五点前到达这里，五点过十分就会回团里。江同志，你和我们一块走吗？周巧笑着问江月。江月摇了摇头：“我先去书店。”江月看了一下周围，记忆里是往前走，再过一条街就能到书店。江月在前面走着，黄如和萧姨在后面。黄如冷着脸看着江月的背影，萧姨看了一眼江月，有些迟疑的说道：“江同志在这里应该没有什么熟人吧？这陆营长刚出任务，他就跑出来，真是没规矩。”江月到了书店。 如今的书店里卖的书籍并不多。江月站在书架面前，仔细的看着，发现这里竟然有高中的书籍。江月挑了几本，又朝着旁边的书架走去。江月看到有英文的书，他立刻打开翻看着，发现这里的书是翻译过来的一些著作，这些书他都看过。江月又继续翻看着，发现了几本非常好的，他立刻拿着。在转弯处，江月和黄如、萧怡遇上了。江月看了他们一眼，抱着书朝着前面的书架走去。黄如看着江月抱的那些书，眉头皱了起来，他怀里那些。 都是英文的。黄茹虽然是高中毕业，但他的英语并不怎么好。第三十八章，足球场大的废品回收站。萧一点了点头，他刚才看到江月抱着的确实是英文书。江月不是高中毕业吗？英语怎么会这么好？难不成家属院里的那些传言是真的？江月真的是资本家小姐，不然江月怎么会英语这般的好？这两人疑惑不已。江月并没有注意到，他看到这里有好几本遗书，江月心里高兴，把这几本书也给拿了。去柜台结账的时候。 已经是厚厚的一叠，有二十几本书了。书店的店员看着江月，有些惊讶：“这些都是您要的吗？”江月点点头，一共是一百一十八元。江月听着店员的话，点了点头，从包里拿出钱。现在这十几本书可真不便宜啊！不过这些书正是他需要的。待会儿他去废品回收店，那里的书便宜的不得了。黄如和萧姨站在不远处，看到江月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付了一百多元，两人都是吃惊不已。他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黄如吃惊的说道：“嗯。” 这般大手大脚，陆营长怎么娶了个这样的女人？这可是一百多块钱，普通人家一年也就用这么一些钱，有的人家甚至一家人一年都用不到一百块钱。江月直接就这么花掉了。黄如越想越发的觉得心疼，虽然这钱不是他的，可是也没有这般浪费的。萧姨也觉得江月花钱太厉害了，她一个月二十多块钱，偶尔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补贴。江月这一花，花掉了他三个多月的工资。江月提着用绳子捆好的书，朝着集合点走去，他得先把这些书放到车上。 再去废品收回站。今天他特意带了两个麻袋，他要买的东西，如今有一些是不能明着拿出来的，用麻袋装着会更安全一些。可惜陆玉不在，不然让陆玉陪他来买会更好。嫂子，开车的小战士看到江月，立刻迎了上来。麻烦你帮我把东西先放好，我还要去买一些东西。好的。书放好后，江月朝着废品店走去。这个县城很大，但是现在的废品回收站是公家开的，整个县城也只有两个。走了十来分钟，江月到了废品回收站。看到废品回收站时， 江月微微有些惊讶，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可眼前的这个废品回收站的大小还是让他有些惊讶。房子有十几间，虽然都是平房，但是院子超级大，这怕是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好些书籍就那么堆在角落里，还有好些书桌、椅子、书架，各种各种样的家具什么的也都乱七八糟的堆放着。中间有一条两米左右的道路可以通过。江月朝着里面走去，刚走了十几米，就看到一个老大爷走了出来。同志，我想买一些书本。老大爷打量着江月。 开口问道：“你买什么书本？我刚高中毕业，过一两年可能会去读大学，想多买一些书看看，巩固知识。”听到江月是高中生，老大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第三十九章，想买房，立刻就有人卖房。这里有很多书，你随便翻找，找到后和我说。小的两毛一斤，大一点的五毛钱一斤，其他的东西你要是想买，价格也很便宜。挑好后来这和我说。听到老大爷的话，江月连忙道谢：“谢谢大爷。”听到江月称呼大爷，老大爷更高兴了。 江月看向面前堆得像是小山一样的东西，开始翻找了起来。这一看，江月心里更惊讶了。这些书籍可都不是普通的书籍，有好些是有几十年的历史的，各种各样的书籍都有，还有一些甚至是上百年。只不过这里的这些书，他要是带回去也不好存放，家里太小了。现在要是带回去，不能好好保存。更何况每天都有嫂子来串门，也会有小朋友来玩。虽然锁着门，但是要是哪天疏忽了，这些书被人发现，到时候又会惹来麻烦。 若是江月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相城现在的房子价格可是极为便宜的，几十块就能买一间，一两百块可以买一个小院子了。只不过买房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现在又不认识什么人。正当江月在挑选书籍的时候，听到不远处老大爷和另外的人说话：“老李，你那房子可找到买主了？还没有？问了好些人，可都没有人要。”另外的大爷声音满是焦急：“再这样下去，我家老太婆的身体会越发不好了。你那房子位置好，又保养得好，一定会有人买的。” 我再多帮你问问老大爷，劝说着李大爷。谢谢江月拿着书走了过去。李大爷，您的房子在哪？听到江月的声音，两个大爷都看向江月。小同志，你要买房子？江月笑着点点头。我家里人可能要过来住，所以想买或者租个房子。李大爷看着江月穿着军装，听到江月的话，说道：“小同志，我是家里的老婆子，身体不好，要去医院治疗，想快些卖掉房子。离这只有几十米，你要是想买，我带你去看看。”好，江月点点头，决定跟着李大爷去看看。 出了废品回收站，走了几十米就到了李大爷家，是单独的一套房，周围也有几套差不多模样的。李大爷推开门，江月看着这院子有一百多平大，而房子是四间平房，角落里还修了一间厨房和一个厕所。小同志，这院子很大，房子虽然只有四周，但里面也非常的宽敞。李大爷朝着屋子里走去，我家老婆子住的这间。李大爷把门打开，屋里传来一个老婆婆的声音：“老李，老婆子，有人来看房了。”李大爷语气有些高兴的说道。听到李大爷的话。 老婆婆说道：“我这身体治不好了，你不要为我费心思了，一定能治好的。”李大爷安慰着老婆婆。江月听到后，决定去屋子里看看。大娘听到江月的声音，老婆婆看向门口。第四十章，房子过户。小同志，大娘，您这身体是怎么了？听到江月关心的话，李大娘摇了摇头，苦笑道：“是以前的老毛病了。”老婆子，医生说了，你这病只要好好治疗就能好起来。”李大爷又带着江月去看了其他的几间房，房间一间都有四十来平米，很是宽敞。 另外一间也摆放着一张床，还有一些破旧的柜子、桌子。其他两间房则是堆了好些杂物。小同志，你看这房子，你满意吗？李大爷满脸期待的看着江月。大爷，您这房子想卖多少钱？这房子就是市中心，而且面积很大，出门就是大马路。这旁边有公安局，政府部门也在这附近，安全系数很高。我想卖这个数，二百块。李大爷用手比了一下。江月听到李大爷的话，目光看着四周。这个大院子里现在有几块菜地，菜种的很不错。那边还有个水井。 平时做什么东西也不用出去挑水。看到江月没回话，李大爷有些急了。这个价格对于这个房子来说是真的不贵了。要不是为了老太婆的身体，他是真不想卖的。小同志，你要是觉得高了，大爷我可以再便宜一些。这屋子里的一些东西都送给你。听到老大爷的话，江月连忙说道：“大爷，二百块我愿意买。你这房子没有其他的麻烦吧？可以过户吗？”听到江月的话，李大爷激动不已：“你真的愿意买？嗯。”江月点点头：“没有其他的麻烦，随时都可以过户，大爷。” 你们卖了这房子，住到哪里去？听到江月的话，李大爷笑着说道：“这房子旁边有条巷子，巷子进去第一家，那里有两间房子，是我家的老房子。卖了这房子，我们住老房子去。”听到这话，江月点了点头：“小同志，要是可以的话，今天能不能交易？”李大爷期盼的看着江月：“要是不行，过几天也好。”江月看了一下手表，现在都快三点了，现在过去能给过户吗？能，我有熟人。李大爷听到江月的话，高兴的说道：“那咱们就过去吧。” 江月笑着说道：“不过我五,五点之前得赶去五一街那边。”“好，好，好，一定不会耽误小同志你的时间。”李大爷高兴极了。江月今天出门的时候是带着户口本和介绍信的，他没想到居然这要求，今天居然能买房子。现在这房子这么便宜，多买几套，以后可是很值钱的。李大爷连忙去拿了证件，带着江月朝着房管局走去。到了房管局，李大爷先进去，过了一会儿就到门口来叫江月：“小同志，我找到人帮我过户了。”江月跟着李大爷进去，有熟人就是好办事。 李大爷把证件给了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又看了江月的证件。江月同志是京城人，你是军嫂。江月点了点头。过了十多分钟，过户的证明就办好了。江月掏了二百块钱给李大爷，又交了八块钱的税。小同志，这个钱不用你出。